好，我们向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先请主任秘书报告今天的出席委员人数。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向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宣布开会。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会议的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3月28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2时44分，地点：本院勤贤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曾明忠委员等13人，内席委员：陈廷辉委员等27人，内席官员：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丽玲、中央银行副总裁杨金龙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主席系召集委员国勇。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会总整理提出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草案提报宴会案，决议：一、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照草案通过，提报宴会讨论，并请议事人员尽速函送；二、有关经济委员会、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之审查报告；四、该等委员会送达本委员会后，授权议事人员整理进行提报宴会并案讨论。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王主任委员莅临，就目标可赎回衍期契约等结构型商品之发行与建立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经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王主任委员提出报告后，具有委员曾明忠等14人提出质询。经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王主任委员、中央银行杨副总裁及相关人员予以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党完毕；二、委员姚文智、邱志伟、吕义林及江启臣所提书面执行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书面答复；三、委员执行未及答复部分，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央银行于1周年以书面答复；四、委员执行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通过临时提案2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在场委员尚未足法定人数，所以我们议事录暂不确定。那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讨论事项：一、审查本院委员黄昭顺等21人拟具证券交易法增订第14条之7条文草案案；二、审查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7人拟具证券交易法增订第14条之7条文草案案。宣读完毕。啊，对于介绍在场的委员跟官员，因为我们以前业务报告跟相关的会议开过很多了，所以我们就不再介绍我们与会的各位来宾、首长跟各位委员。我们现在提案委员有黄昭顺委员跟刘建国委员两位也都还没到，所以我们现在请金管会主委王主委先来回应这个提案。主席、各委员先进，大家好。今天承贵委员会邀请，就委员凝聚证券交易法增订第14条之7条文草案提出报告，进行指教。本次委员会提案修正证券交易法增订第14条之7，规定以依证券交易法发行股票之公司，得依章程规定设置员工董事。但主管机关应视公司的规模、股东结构、业务形态及其必要性，要求其设置员工董事，人数至少1人。员工董事之推派，有成立工会者由工会推派，无工会者由全体员工选举之。仅就上市柜公司设置劳工董事之可行性，说明如下：首先，我国与实施劳工董事国家的法制不同。按国外劳工董事之相关规范，德国等欧洲国家其工会普及，需设置劳资协调会，除因此产生劳工监事代表外，并透过劳资协调会定期与资方协调。而美国跟日本与我国法制较相近之国家，较偏向自由市场机制，并未设置民营企业设置劳工董事，而是透过独立董事来行使相关的一个机制。我国的法制与美日较为相近，基于股东为公司之所有者，同时也是所有公司利害关系人中最后获得报偿者，故股东选举董事对公司经营结果负责，并未强制民营企业设置劳工董事。
与美国与德国等相关的体制并不相同，且工会及劳资会议运作情形与欧洲国家亦有差异。现行公司法之董事选任机制运作成熟，相关的规范着重法治之稳定性、安定性，以避免对公司营运造成重大冲击。第二，设置劳工董事应该要先凝聚劳资双方的共识，再做推行。经台湾交易所及证券柜买中心于104年6月调查1513家上市柜公司，有76%的公司反对设置劳工董事。另外，上市柜当中设有工会的也仅占全体上市柜公司的12.2%。在工会未普及之下，由全体员工直接选劳工董事代表，在办理上较为复杂，且如何推派、选举具有公正性、代表性之董事及相关纷争的机制，都需再多加考量。本会于推动公司治理，要注意企业实务上及对产业之影响。如贸然实施劳工董事的机制，恐造成企业营运的困扰，对整体产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于提升员工权益的措施，现行上市柜公司除应遵守公司法、团体协约法及劳工争议处理等相关的劳动法规之外，现行的证交所及公司法并定有员工分派酬劳、公司认股等相关的规范。上市柜员工除了可分享公司营运利益外，持股的劳工也可以支持其提名的代表进入董事会，当选监察人，参与公司的一个决策。此外，证交法已强制上市柜公司应设立独立董事，以协助企业经营更符合员工、客户、投资人等各方利益害关系人之利益。此外，本会除了规范上市柜公司应于年报揭露相关员工之工作环境、申诉机制、培训计划等资讯外，也要求食品、化工、金融等相关一定资本额，一定实收资本额以上之公司上市柜公司，应该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公司治理的评鉴也会将公司员工的福利、退休金制度等实施的办法纳入评鉴的范围。所以，公司是否与员工签订团体契约，是否能够照顾员工，也是一个评鉴上重要指标的一个参考。希望能够进一步强化上市柜公司注重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综上，本会肯定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资产，为基于现行公司法制及企业实务的状况，与欧洲等实施劳工董监事的国家不同，现行相关的法规已定有保护跟提升员工权益之规范，独立董事亦可协助劳工在董事会表达立场。基于法治规范的安定性，建议现阶段尚不宜立法强制公开发行公司设计劳工董事，并必须应先凝聚劳资工双方之共识，以鼓励企业落实劳动权益之保障为先。以上报告，敬请指教。我们先来确定议事录。我们请问各位委员，对我们上次议事录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那我们就确定。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提案委员黄昭顺委员来做提案说明，时间3分钟。主席、各位同仁哈，我想刚才金管会的主委已经做了他们的报告。那我听了他的报告的过程当中，很清楚的，他就是反对劳工董事在现阶段把它用在这个我们整个的法令的修改上面。那其实我们从几件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尤其是去年前年11月28号远通 ETC 国道收费员的抗争的活动，那包括华龙官场的活动，甚至于鼎新集团的所有员工站出来为他们的员工在讲话的过程当中，虽然金管会的主委刚才讲说他们会用很多的评鉴制度什么等等，
来做公司治理，以及公司当中对整个企业社会责任来规范等等。但是其实我们从整个的过程跟整个以往在我们所有的案例里面，其实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整个这个公司未来在整个的制度是透明的，是公开的，而且是合理的。包括最近我们看到浩鼎，他也是会在这个不管解盲等等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投资者甚至于他们自己的员工当中可能都受到莫大的伤害。所以本席还是坚持，本席认为说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我们整个条文里面跟他规范的话，也就是说从条文里面的第十四条之七的明文规定，然后给予一席我们整个的劳工董事的话，那么我们只是光凭评鉴或者是凭其他社会企业的良心来规范说他们以后会对这个部分来负责，我们觉得这是缘木求鱼，而且遥不可及。所以本席还是希望我们委员会能够今天在这个审查的过程当中给予支持，也谢谢我们徐国勇主席今天能够勇敢的排上去。但是排上去了以后，我希望能够看到徐国勇更勇敢的让他能够通过。以上，谢谢。多谢阿顺姐鼓励哈。好，那我们另外一位提案委员刘建国委员还没到，那我们等一下在答询的时候，刘委员如果到的话，那我们穿插让他来优先，在发言完毕的时候就立即做提案说明。那我们现在在开始答询之前，我们先做如下的宣示宣告。第一位，我们每位委员八分钟，可以延长两分钟。我们在上午十点截止登记，所以我们现在请我们第一位的委员，我们曾秉忠来咨询来。曾委员，请。我们谢谢第一名的主席。好，麻烦请黄主委。郑院长，主委好。浩鼎事件，您讲说一个月内要调查清楚，现在调查的情况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查委会做说明？礼拜一的时候其实已经有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其实已经调查完毕，然后把相关的市政跟资料都已经移送检调了。好，谢谢。我请教一下这个有关借鉴的部分有没有查到浩鼎的高层的负责人他们有没有涉及到借鉴换空的情况？在借鉴的部分，我们对于解盲前相关的内部人还有大股东他是不是有借券，而且他有查到他最终受益人的相关的资料，然后也追查浩鼎前十大股东一些资金的流向。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因为我们已经移检掉了，这个部分就不宜再对外公布。好，不宜对外公布，就请大家看报纸就是了，没关系，报纸都看得到。我请教您，您移送的案由总要讲吧，你移送的案由有没有移送人？只要没移送人，你总案由总要讲吧？是到底涉及到内线，或涉及到炒作，或者涉及到图利？你案由总要写吧？案由总可以讲吧？这个部分都有，都有。所以涉及炒作，涉及可是要进一步有检调再厘清。对。所以我重复一次，涉及炒作、错及内线交易，也有可能涉及图利。确定是 OK。好，好，再看下一页。其实有人质疑说，我为什么会去执行这个个案？其实我是基于我的专业，我对翁院长在学术上的成就，我还是利用这机会对他学术上的成就表达高度的敬佩跟敬仰的意思。但是学术归学术，法律的问题归法律的问题。看下一页，今天媒体有讲，翁玉秀在解盲之前之后，2月19号卖了10张股票，
这正不正确？这个部分因为媒体其实都有报道，而且那个公开资讯观测站也都查得到。正确。好，那我问一下，那因为我过去买过股票，当然十年前、十几年前，在座也有人买过股票，卖过股票。那我问一下，这谁卖？谁在卖？用谁的名义挂出去的？谁卖？卖十张？翁玉秀不在台北啊？谁卖？用谁的名义卖出去的？谁拿这个电话去卖这个股票的？这个部分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讲，因为已经已检。没什么不能讲的，没什么不能讲的，没我这个简单的实务的问题啊，谁卖啊？今天报纸就登了，卖是谁卖的？我跟你讲，你不讲，等一下闹得沸沸扬扬，你要负责哦。这是股票的实务的问题啊！我跟你讲，我也接受检举的，你不要等我自己讲，谁拿这个电话去卖股票？这实务上的问题，主席这可以讲吧？主席是法律的专家，又是律师，在这里，不好意思给你找麻烦。这个诸位，依法办理，可以讲就讲、啊。对，不能讲你就自己考量。哇，这个主席太厉害了，一点都不会法律的问题。这买股票谁下的单？你不讲，等一下闹得沸沸扬扬。你等我来讲，你就不道德。我跟你讲，这个部分因为是有关于各自的消息，在我们金管会的职责上已经已检掉了，就不能公布。好，你不讲，好，没关系，那就让外界去想象好了，好不好？啊，这是很严肃的法律问题。我再一讲，这是很严肃的法律问题。好，看下一页。我上次第一次质询提到的是《证交法》155条，它的条文是意图影响集中交易市场的，意图影响股价。另外一个条件是散布不实的谣言。来，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你看，从因为2月18号确定解盲失败，包括张念慈，包括翁院长，包括2月19号的张念慈，2月20号早上的翁院长，2月21号下午的张念慈副董事长，2月22号副董事长，还有黄总经理，还有黄总的两次，还有23号的翁院长。你看，讲话你应该比对，你应该比对。我的结论是。他们的想法是有共同相同的特征。我不瞒你说，有人跟我检举，看下一页。他们在知道2月18号解盲之后了，公司的高层还相关人员有聚会、有开会，盐商因应之道，盐商因应之道。我相信，包括怎么对外面怎么讲法。这涉及到从法律层面来看，他们是不是有意图影响股价而操纵股价，甚至涉及内线交易。我本来上次整理那张图的时候，我就很奇怪，他们怎么讲话这么方向非常的一致。最近是有人给我检举，18号解盲失败之后啊，高层级相关人员，我很客气哦，不讲相关人员哦，有开会哦，讨论因应之道哦。这部分主委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要不要表达什么意见？这个部分的事政，因为我们认为不是金管会的职责，而且这个部分应该是由检调。调人证还有相关的一个交叉比对之后，由法院 来判断。对，我也，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需要金管会相关的专业的部分，你不能移给检调就没有事了。金管会是证券管理主管机关，这涉及到
资本市场交易秩序的问题。好，看下一页。我要在这个场合啊，我要进一步呼吁各界，我咨询这个问题没有预设立场，也没有预设立场，我也没有任何的特殊的考量。本案是涉及到非常严肃的道德问题跟法律问题，我在此呼吁各界不要换政治化，真的不要换政治化，不要模糊焦点，因为你要把这些内线交易也好，炒作也好，扫出资本市场、生技产业或者其他产业，才有办法正常发展。我过去当金管会的主委，现在当立法委员，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能够让生技产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什么事情都不要换政治化。我刚刚讲了两个很重要问题：谁去下单？第二个，解盲失败之后，他们有开会因应，说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假设他涉及到说分配，对外面怎么讲？我跟您说明，这是非常严重影响到证交法155条。所以，假设翁院长有参与，我还是回到我原来的第一次的质询的用语。这件事情不是他下台就能解决的事情，我再一次强调。本案涉及到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道德的层次，该道歉要道歉；第二个涉及到严肃的法律的问题。我的建议是，金管会涉及到你要查办的地方，继续查办。有一些是你的专业，有一些是你的权责。我真的不希望说你一送我剪掉了，以后都没事。第二个，我们也希望一送给剪掉之后，大家静待剪掉查处的结果。我再一次呼吁各界，我没有预设立场，我真的没有预设立场。其实我今天本来没有要执行这个，我临时抽调、抽换，看到今天的周刊的报道，临时抽换我原来的执行的内容。谢谢。要不要再给你一分钟？你都还没有表达独立董事赞成还是反对啊？阿顺杰坐在那边听你讲呢。好，可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谢谢。谢谢一名的，谢谢第一名的主席。我的想法，这个是这个、啊、本案呢、啊，要修正证交法这一条，其实我认为国内还没有这个共识，我认为还没有共识。谢谢。好，表达反对意思哎。你看阿顺杰要反对你了。好，我们请第二位委员吴秉睿委员质询，吴委员请。主席，麻烦请金管会王主委。委员早。早，王主委，你有没有看到最近媒体报道说，我们看到一个报道说，国际的洗钱大咖爆料说，中国香港的金融结构松散，是洗钱的乐园啊。美联社在3月28日也报道说，中国正成为国际洗钱的中心。那因为我们台湾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如何防治做洗钱防治的业务呢？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是照中国的、照台湾的法令，还是照中国的法令？洗钱防治吗？是啊。应该是照台湾这边我们相关的法令的一个规定，我们其实都有做精简，还有做相关的一个监控。有这样吗？那个是不是请？好，请詹局长也帮忙来回答。鲍委员，这个洗钱是国际规范的哈，那我们但是中国向来不照国际规范玩呐。对，但是我们会要求哈，我们的在大陆的分行要遵守我们的国际规范跟国内的相关规范。那在中国的台湾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这些分行曾经有查到有什么样的洗钱的个案吗？没有。
完全都没有，目前没有，是没有执法还是完全有执法没有查？我们有到分行去做金融检查，目前台湾是很严谨的，你知道吗？台湾你如果要存钱汇款50万以上，要申报啊，都要申报。那我现在问的问题，你刚好听清楚，就是我们台湾在中国开的分行，如果那边是不是汇钱超过50万台币也要申报？因为如果照台湾的法律，你超过50万就要申报啊。但是依照中国的法律，你50万台币大概才12万的人民币啊，所以到底是照哪一个国家的法令在执行？这个50万的规范应该是在只有适用在国内啊。是啊，所以我们有很多洗钱防治的规范，在台湾在中国的分行没有照台湾的规定，其实也对啦。为什么？因为你在人家的国家里面，本来就应该要优先遵守人家的法规。我是说，我们台湾既然有比较严格的规定，我刚刚那个前提就是在国际的眼中，中国的金融机构它对洗钱的防治是比较松散的嘛。那像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谈到台湾很多社会问题，台湾很多的那个制造毒品啊，贩毒集团，那跟中国之间这个因为两边接近，所以他那个大家共同打击犯罪，这个毒品犯罪是其中一样嘛。那这个毒品里面，毒品的犯罪里面涉及到一个很大的，就是背后有庞大的金流嘛。那这个如果在中国那边的分行，那利用我们台湾在中国的金融分支机构在中国的来做洗钱的工作的话，恐怕对台湾是不利的。所以说，你有没有了解过中国那边的洗钱防治作业，他们的业务，他们的那个法令的那个严谨度到哪里？这个能不能稍微跟国人说明一下？鲍文，抱歉了，我们的洗钱防治法令是真的相当严格哈、嗯。那大陆的，他们对国际规范遵守的程度如何？抱歉，我不清楚。但是这个我们会要求哈，我们在那边的分行哈，遵守相关的一个规范呢。所以我现在是希望再加一点，就是说，你们金融检查都有会过去金融检查嘛？是，一年是两度嘛？对于洗钱防治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也要把它列入其中一个项目，这样好不好？好，这个我们可以做。对，因为我们很担心说你在因为这个变跨国之间的，那我们跟他之间的那个很多的相关的法令又都不完备。好，那所以现在譬如说现在罗英雪在中国说要过去说要什么两岸要联合打击犯罪，我看也做不出什么成绩来，因为真正台湾大咖的逃犯几乎都在中国了。啊，他在那个地方很大咖，全台湾人都知道，全中国人都知道，说那是台湾的逃犯，那他就抓不回来啊，好，对不对？这样的案例我们看多了，所以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做的部分先自强。好，这一部分就先谢谢你。第二个是要请教你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在今年的1月16号，美国跟欧盟已经对伊朗解除了经济制裁，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知道。那解除了经济制裁之后，对台湾最重要来讲，因为台湾以前没有参加联合国，你知道，所以他以前那个经济制裁的时候，我们台湾跟伊朗之间有另外一个管道在做国际贸易，但是因为这个金融被管制，所以他的做法是用底算的啦，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企业从伊朗进口原油，然后就有一个金额的额度，那我们这边出口去那边东西，对方算钱之后，从那个进口额度这边扣钱啦，这样就不用经过过去的这一些国际金融之间的换算，但是因为对伊朗的制裁已经解除，对伊朗制裁既然解除的话，台湾的商人是很厉害的哦，他就要赶快跟伊朗做生意嘛。那跟伊朗做生意的时候，现在是既然已经解除，所以那个金融的换算回到正常机制是比较便利的。你原来那个机制是比较麻烦，而且这个取得这个金额的速度是取得。出口之后取得金额的速金钱的速度是比较慢的，那国际贸易的这个周转很重要，所以为了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哦，我是请教你们什么时候要对于我们台湾跟伊朗国贸易的金融管制措施哦，什么时候要赶快来把它废止啊？好，那个是，鲍文这一部分呢、哦，我们的大原则就是说，不要影响到我们厂商的资金需求了哈，跟贸易往来了。至于这个机制，其实我们也哈保持弹性，愿意解除了。那我们会跟贸易局商量。但是我的理解是说，这个机制现在存在，似乎也并不是说，还没有完全哈，没有完全好，没有还是有一些好处在那个地方啊。没有，他说你所有的好处就是
银行没有风险，为什么？因为那个钱全部都拿完之后，他在银行待很久，然后才交给贸易商嘛，整个全部都，所以风险是对银行来讲是零了、啊，这是银行的好处。问题是对于贸易的进行，这不是好处啊！大家都知道，贸易的进行是要尽量顺畅，只要这个信用状等等这个东西有开来的话，照你现在银行原来国际贸易的体系去发展。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全世界都来订，不要只有订台一的啊！你全世界跟其他国家贸易，你都订这样的清算机制，这也有好处啊！如果照你的讲法，这也有好处，好处不能留在银行那一端嘛，要给贸易者顺畅便利。风险控管当然重要，但是这个能够人家顺畅的做生意也很重要啊。是，跟文报这个让那个贸易商能够顺畅的做生意啊、哦，这一点我们一定会尽力来要求银行来配合、啊。是我跟你讲，这个目前哦。金管会，你有定一个我国跟伊朗贸易的金融管理措施了哈，然后由银行工会依据这个来办理银行办理伊朗贸易，我国跟伊朗贸易款项的清算作业要点。那因为这个既然国际这个制裁已经解除了，所以伊朗跟台湾之间的这个交易，应该跟银行体系之间来往可以恢复正常的状况。这是过去为了因应这种不正常状况所要定的规范，是要赶快的把它检讨。一月十六号解除到现在，今天已经是三月三十号了，是两个半月了。有开过会了，我们再来看看呢哈，这一个哈我们在现在再问一下那个伊朗央行哈，他的态度。如果伊朗央行这个地方哈，他是没有问题的话哈，我想我们尽速来看看这个机制怎么做一个后续的一个处理。好，主委跟局长，我要讲的是，其实现当代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服务的政府，风险的这个危机当然是要避免，但是我们是要消费端，其实如何让台湾的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厂商要能够。跟国际之间很能顺畅的做生意，能够发展台湾的经济，我想这是大家都乐于见到的。是，所以我们要本着服务的精神，而不是等到厂商来反映说你这个管制过于严格，然后我再来考虑要不要检讨。那个心态倒过来，当其实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说一月十六号解除贸易管制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开始设想说以前因为这个制裁而增加的这些贸易壁垒。如何能够有形无形的壁垒，如果能够赶快的把它消弭哦，这样子对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才会是好处了。好、哦，好不好？好，这个我们会进一步主动来做。好，那我另外主席都会要求对今天的这个议题哈、哦，要表态吗？好，他是当过金管会主任。好，所以我以为你要当主席，要当这个纠察队，就是对于议题都要表态。那我也来表态一下好了，我也是觉得这个要去建立一个比较广泛的这个共识之后，哦，比较慎重了哈、哦，谢谢。这个条文因为争议相当大，哦，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条文排进去，向委员报告排进去的时候，哈、哦，我们接到很多的讯息了哈。哦啊，有人鼓励，有人是说这不可以，所以我知道这是一个争议的法案哈。那我们还是要讨论，我们立法院还是要讨论啊，因为我们曾委员当过金管会主委了，所以开玩笑啊。好，再来我们请卢秀文委员，哎，咨询，卢委员请来。哎，主席请王主委，谢谢。王主委请。陆院长，诸位，我今天进行这个礼拜一质询的 Part Two 哈，第二部分，我礼拜一请教你说有关于这个资本市场问题，就是大户回流的问题，那天你们答复是说，因为我们原来在这个正所税这个负征之前呢是1188人，那结果呢，负征回来之后呢，也不过增加50个人哈。就是只有700个人左右，差500个人，那所以我想请教的是，到底。是他们这差的这500人真的没有回来，还是其实有回来，他只是假外资啊，只是假外资，那么这个身份回来是哪种情形呢？这个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再分析啦，因为其实礼拜一有跟主委那个委员报告，就是说事实上那个他们资金的运用筹措需要一段时间，那进来之后可能会在观望进场点、哦、那因为现在可能非常多的外资在前一阵子有汇入嘛，那
整个经济形态哈，可能要到第一季之后才开始会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在判断上我们会认为，可能到底是不是假外资，或者是他们还没有进场，这要进一步再盘点。可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会认为说他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你们的答复比较倾向是他还没回来，因为他需要做资金安排。可是我那天质询完这个题目以后，那意外引起很多的一个回响跟讨论，我包括很多财经节目专题讨论这个题目，那么大家的看法刚好跟你讲法不一样，尤其大概都是圈内人，证券圈内人，他们说其实资金就是已经安排好了，所以呢才实质没回来，但是其实已经回来。什么叫资金已经安排好了？就是说因为他当初要逃离正所税或逃离各种其他的因素逃离出去，他逃离出去他怎么出去？很多人就变成外资，他变成外资是需要安排的，他必须要在国外开户，他当初必须要像有一些这个税务的安排或是公司的安排等等之类，他钱才出得去。既然出去他已经变成外资了，他就不会再回来，他就不会用，不会再回来成为台湾的这个自然人或者成为他的法人，不会了。为什么？因为他当外资有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呢，他税比台湾便宜，本国税比外资便宜嘛，这个比贵嘛，那他外资比较便宜。第二个呢，他也省得查税，我们这大户有事没事还被人家这个资金调查一下等等，第二个省得查税。第三个呢，省得被喝请喝咖啡。以前不管是我们曾明宗主委当主委啦，以前的主委等等之类啦，你自己刚上台也是啊，请的所有的银行啊、证券业者啊，大家喝咖啡哈，来立下马威等等之类。所以这些大户呢，他变成外资，他也不用三不五时啊，被以大户的身份被你请喝咖啡。所以他有这三大好处，他干嘛放弃他外资的身份，再以台湾的大户出现呢？他没有必要。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偶像剧叫《犀利人妻》，你看过吗？有哈，它里面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可是瑞凡，我们回不去了，我们俩感情回不去了。”所以我说我们这个犀利股市啊，我想了，他要这些大户要告诉你什么呢？可是主委，我们也回不去了，好，我们大户回不来了。为什么？他已经变成外资了，他的身份变成外资。公司安排好了，资金安排好了，税务安排好了，他在国外享有这个租税的方便，那他干嘛回来跟你缴获呢？所以一般的看法是他大户回不来了，因为他已经变成外资，所以跟你们讲的说还要做资金安排再回来，那个诚意是不一样的。那你对这些引起的外界的这些回响跟实质了解这个圈子人的说法，你有什么回应呢？谢谢有人关心。我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议题啊。那要去厘清那些人是不是变成所谓的假外资啊，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甚至要查到他最终受益人还有相关是不是成立这种外资的这种公司，这个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会认为，我时间质询有限，说我要打断你啊。这个哈，女主角告诉瑞凡说我们回不去了。瑞凡也在装糊涂啊，那个我们的金管会主委也在装糊涂啊。为什么装糊涂？很简单查，你说我们要去了解干嘛？已经这么久的时间，怎么很简单嘛？救援调查，你当初1188人是谁都清楚哎，台湾有能力5亿以上，然后长期进出，你为什么可以查出这有个位数1188人？你根本就可以救援调查嘛。当初他所有的证券商是谁？1188人，你还有个位数嘞，你根本就可以救援去调查。哎，怕无迄个500号，迄个500个人走倒去，是变做外租去，还是要搁在国内，还是阿伯证件阿伯登来租金阿伯安排好？你这110差的那500人根本找得到，你为什么不救援调查呢？我们是请齐局来说明一下哈，局长。其实现在外资出。国内资金出去哈，还有另外一个来讲，就是说，也许国外的一些市场的收益是比较好的，所以他就不 parking 在外面，就不会回来哈。但是我想，犀利人妻归犀利人妻，如果台湾的，我要问的是，他是变成外资了吗？对，你们有没有调查过？因为他可能还是用台资的身份出去，只是在投资到不同的市场。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国外环境关系，他必须要转变一些身份。那这个身份来讲，估计这500人有没有一半变成外资？200-300个变外资了。我这种，因为这个部分我们不会去
查这一块，因为这个查下去可能有另外衍生其他的问题出来。所以哈，瑞凡在装糊涂，金管会在装糊涂，我就觉得说你们其实并不是要去查他，而是你的他的证券商你去拜访一下就知道了嘛，就是大概了解那个动向，那你就要针对他的问题怎么去解决。那第二个，归根究底，我们希望这五百人回来呢？搞不好我们也不希望这五百人回来。譬如说彭总裁，他说担心资金回来过多的话，那会造成台币升值等等，也有啊。所以到底实质状况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金管会，我们也不能这样糊里糊涂装糊涂，然后一直以这个资金安排，他们真正动向，搞不好你们心里已经有数，你们只是不愿面对事实。没有了，我们现在是像瑞凡一样，或者像女主角犀利人情一样，大家都心里有数，不愿面对这项感情的真相。我们是希望台湾的市场也是美美的，大家都会回来了。好，那继续，那你们会不会去救援调查了解一下呢？因为这个就跟当初他们要出去一样，因为你要去查他的底，他可能就会不会回来了。你去了解嘛，就是我并没有说要点名道姓，这1,188人是哪些券商的人，大概都知道，客户大概就知道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至少要了解一下嘛。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哈，诸位，我上礼这个礼拜一也是 P2P 的 Part Two 哈，我那天有问乡民代开办了哈，那结果我礼拜一咨询完以后呢，就说哎，你们是不是要关切这个事情？你们说要关切。然后我说你们是不是应该要有所管理立法，你们说可能会往这个方向考虑大概一两个月，你知道吗？ P2P 的那个创办人啊，那个乡民代啊，当天就在电视上呛你，就说你有什么资格办他，你有什么资格管理他，你有没有看到新闻？他就说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一个合法的借贷，所以不需要管理。那你知道吗，大陆这个事情啊，开办这种 P2P 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网络贷款呢、啊，或者是资金的这个借款呢、啊，大概有十几万的民众啊血本无归，有的是借的人无救无行无去，不维系借了以后，有的是借了以后他也出问题，等等是乱七八糟。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第一个，如果你今天不再继续这个题表态，第一个呢，政府两头空，那怎么样两头空？第一个，你还被那个开办的业者呛先啊。政府很没面子哎，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我们成立这个会，什么事都不用做，只负责金融监督，你们都做不好，几百个同仁，然后成立一个部会，单独自己一个部会，结果你的金融监督还做不好。第一个，你被呛伤，那威信扫地；第二个，将来民众如果受骗或者血本无归，也怪你。也怪政府，有立委在这边提出了质询，叫你们注意，要你们提出办法，要你们提出对策，结果你们竟然毫无作为，这个民众也会恨你啊，所以你就两头落空。所以 P2P 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理呢？各位报告，我们其实是有讲说，他现在所声称他要做的业务，如果只是私人之间借贷的一个平台，只是在民法的规范的话，当然就不涉及我们相关的规范嘛，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管不到。可是我们是严密在注意说它有没有涉及包括这个银行法存款啊，或者是说证交法相关的这个business 的内容。所以如果它只要做超过它的这个，现在都没有，现在它没有超过吗？你的意思是现在它没有超过，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吗？是这样子吗？现在还没有开始做那些我们管的相关规范的。的内容，那你们有听说你们那天有派人去全程监看？是。那谁去看？有被呛声吗？那个是不是请银行局局长说明一下？好，谢谢。鲍文，我们同仁啊，全程有在现场了解他这个记者会的整个现况哦，而且我们近期内也会邀请这位黄先生哦到局里面来，再跟他请教一下。好，那我很好奇下文哈，那看有没有这个 Part Three 哈，你们请他来喝咖啡，看会怎么样。最后一个问题，一分钟哈，一个网络的消息哈，一个网络的消息，这到现在为止还在转传。两年前就看到，现在还在转传，这两天还在转传，就说如果你被歹徒挟持去提款的时候啊，倒着输入你的银行卡密码的话，那你就会间接的通知警方，哈，那这样子你间接通知警方的话，警方就可以抓到歹徒。诸位，这个是确实吗？金融监督管理会的主委，这不是确实的，所以你倒着输入没用。
没有用啊。第二个事情是因为网络的金融谣言也很多，那我金融知识有时候涉及到有点专业，民众搞不太清楚哈。所以你们自己在金管会的网站有没有做这些网络谣言澄清的部门啊，或什么等等之类的？好，我们是有一些宣导，不过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再纳入宣导。好，谢谢你们，就说这个回应这个。第三个，哎，其实我觉得这构想也蛮不错的。如果说，哎，他设了密码倒过来，他可以连接警方。为什么不能密码只有自己知道啊？所以如果哎，这个搞不好提出一个另外的一个想法，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到的，可不可能做到呢？这个要去看技术上是不是可以跟警方的这个资讯相连接嘛？那倒着输，其实每一个人倒着输的那个非常多种项啊，这个 combination 嘛。所以我们这个不是倒着输，就是它就固定嘛，一二三四五六变六五四四三二一嘛，这样倒着输。譬如说你的号码是1375，然后1375 5731嘛，这样子倒过来，可能就会通知警方，有没有可能？可是它的那个密码就外泄了呢。不是密码外泄，因为他歹徒不知道你在输的是正是倒着输还正着输啊。因为现在假持去提款的有啊，有很多社会案件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跟警方去做这样一个连接。好，所以第一个没关系，我赶快结束我的质询哈。第一个，这个现在呢是网络谣言。第二个，你们会在未来对于金融很多的谣言，你们会不会在你们的网站上开辟专区去澄清？第三个是你们会去研究看看这样子可不可行，是这样的意思吗？是。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黄国昌委员质询来，黄委员请。谢谢主席，是不是麻烦有请王主委。主委。黄院长，主委您好，我看了一下金管会哦，今天针对今天这个法律提案呢，你们所提出来的书面资料，我可不可以说金管会的立场是反对设置劳工董事？目前我们觉得在没有共识，就是尤其是企业的部分。您指的没有共识，指的是说？在报告里面，你们所去问那些公开上市的公司，他们对于这个制度的意见吗？对，就是76%反对设置劳工董事。那我想请教一下主委哈，就针对这些企业在劳工方的部分呢、你们有没有征询过他们的意见？问卷调查部分没有做到劳工。为什么没有做劳工？你们只在乎资方的意见吗？工会代表，这个是设置工会的。没有啦，你设置工会的只有12%嘛，对吧？那你有设置的那12%有做意见调查吗？没有啊，我们没有问。为什么没有？对。所以我的问题是，你们只在乎资方的意见，是这样吗？因为我们做这个调查的目的是希望对了解对产业的影响，跟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公司在董事会上的运作，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公司对于这样的一个机制。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法律提案的内容哈，就是说在整个产业民主啊的概念下，我们大概了解啊，在所有权的结构下面，公司的股份是由股东所有，这没有问题吗？但是我们现在在整个公司治理上面已经朝所有跟经营分开的方向，所以应该也很清楚啊，一家公司的成败，它的兴衰，最后的结果绝对不是只有股东啊，还有受雇于这个企业每一个受雇人，而每一个受雇人背后就是一个劳工家庭。那也正是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潮流下面，所以针对产业民主这个理念的落实，就股东他们在公司里面所应该享有选董监控制的权限，我们目前的公司法予以维持。但是现在我们今天所提出来的这个证券交易法的修正草案，也不是说全部的董监都是由劳工选啊，大部分的还是由股东选啊。他的要求很卑微啊，只是里面看可不可以有一些少数的劳工代表能够去反映劳工的心声。
那今天你在调查整个问卷的过程当中，你告诉我社会没有共识，因为你们有问公司，大部分的公司都反对。那你问的只有资方代表，从资方代表的问卷能够作为我们在这件事情的立法上面唯一的判准吗？那第二个事情，我比较失望的事情是说，你们连工会的意见都没有问。那我可不可以请今天劳委会在这个委员会里面的代表上来？这是劳动关系司副司长的，好，来请。哎，副司长你好哦。针对今天这个修法，请问劳委会的立场是什么？基本上我们尊重主管机关的意见，但是我们认为这样子的立案对于整个劳资的和谐或者是劳工扩大的参与，我们乐观其成。所以基本上面你们是采取一个赞成的看法嘛，对不对？是的。那你们现在跟金管会有不一样的见解，你觉得这件事情接下来要透过什么方式来处理？要怎么样整合你们两部的看法？还是就你们两部都完全尊重大院的决定？是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因为这个证券交易法的主管机关是金管会，那站在一个尊重主管机关的立场，我们表达了没有嘛？你现在在行政院下面有不同的部会，我们是按照职能来加以分工嘛？是的。但是在这个问题，这个政府对外只有一个态度，是就行政部门你们自己的意见立场都不一致了，那让外面完全雾里看花，就是说现在。这院的院长，这院的行政院，在这个重大的议题上面所采取的立场是什么？是行政院是不是应该要整合出一个一致的立场，对社会外界说明？那当然，立法院所做的决策，那个是立法院必须要对我们的选民还有整个社会负责任的。是的。但是就这件事情，行政院应不应该有个统一的立场？是。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基于我们扩大劳工参与的一个我们劳动部的一个政策，我们会把这样的意志跟金管会或者行政院来充分表达。我们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如果讨论这件事情，劳动部可不可以坚持你刚刚所讲的那个立场，还是会屈从于在资方的压力？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因为今天劳工董事他是一个企业民主的机制，他是为了促进劳资的和谐以及我们劳工扩大参与的机制。那在这样子的原则之下，我想劳动部会充分表达我们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我想进一步请教劳动部哦，是我们的国营事业管理法2000年的时候，增设了所谓劳工董事的制度吗？是。那针对国营事业管理法里面增设劳工董事这个制度以后，这个制度施行的成效，劳动部有没有追踪过？是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在整个国营事业管理法修法之后，目前大概有35家的国营事业，那目前有50，在我们统计到104年的9月，有56位的劳工董事，那目前整个推动的制度上称良好。你们有具体的研究报告出来吗？您是指哪一方面的研究报告？就针对在这个国营事业里面增设劳工董事了以后，增设劳工董事了以后，对于整个企业的表现，对于整个劳动关系，对于整个劳工的福利，从各方面的指标，它到底是一个 plus 还是一个 minus， 是一个好的制度还是一个不好的制度？你们有没有做研究报告？是跟委员做一个报告。那我们大概在整个立法通过之后，我们针对劳工董事专业智能的提升，其实我们有陆续的在94年之后，有针对这一部分它的。我现在问的不是劳工董事职能的提升啊，我现在问的是这个制度变革了以后，对于整个企业经营的成效，是不是会现在犹如很多私营企业里面他们所讲的，会对于什么公司的治理造成重大的困难？是。然后讲了很多负面的理由，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劳动部，你们针对国营企业增设劳工董事以后，是不是有做相关的研究报告？目前我们没有针对这个做专门的研究报告。你们如果自己哦没有去做专门的研究报告，我拜托劳动部、去做一件事情啊，最起码把目前针对这个议题有做独立研究的学者的文献收集一下。把这些研究的成果汇整一下，然后把这些研究的成果送交给金管会，请他们参考，这样做得到吗？是没有问题，我们会依照委员的指示办理。但我实在有点难以想象哦，就这个制度已经实行了10几年了，你们对于这项制度的变革没有做成效报告，
我自己随便透过学术文献的搜寻系统去搜寻，我就找到了很多有关于设置劳工董事在实行以后大家效果上面的评估，有一些采取直系的研究，有一些采取量化的研究，这些研究报告的结果基本上面最后的结论大概都是，我念一下好了，不论对于劳资关系、劳工权益、企业利益等方面皆呈现具有正面的贡献与功能。那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重大的制度的时候，绝对不应该啊单凭着资方他一己的意见来做这样子的决定。我们在国营事业设置劳工董事了以后，所造成制度运作的成效到底是怎么样，对我们今天在决定这个重大的公共政策的议题啊具有非常关键的影响。那我希望劳动部在这件事情哦加把劲，努力一点，针对你们现在施行的成效，努力的把这些结果汇整以后给金管会做参考。那金管会那个王主委的部分哦，是主委这个部分，金管会如果要问劳工的意见，会不会有困难？还是有困难要请劳委会代办？其实我们是认为劳工的意见就是要实施了，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去问他要不要，因为我们是倾向于相信说劳工是对这样的制度是持正面看待。那我们也认为我们并不是反对，我们只是认为在还没有比较好的这个共识跟配套措施，或者是说有比较好的机制。那这个话我大概都听得懂。我现在哈以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讲哈，假设今天本院所做的决定是朝向要定的方向来做的话，我请教一下主委或者是劳动部这边呢也好，针对现在14条之7，不管是黄昭顺委员的版本还是刘建国委员的版本，大概都只有两项嘛。针对劳工董事啊，去增设仿照独立董事不得担任的消极事由。这样的立法方向，不晓得主委或者是劳委会采取的态度是什么？独立董事如果有公司法第30条的消极事由的话，是不能被选任的。那就劳工董事的部分，是不是有必要针对消极事由进一步的增列？没有这个部分哦。如果主委现在还没有答案的话，没有关系。但是未来在整个立法的过程当中，我会希望劳委会也好，主委这边也好，都能够积极的。就如果我们要定的是朝向要定的方向赞成的话，那本席希望在法律规定的时候，最起码要做到细致化，未来可以运作，也可以免除主委刚刚所讲的有关于配套到底周不周全的问题。谢谢。有请赖世葆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先进，请下王主委好吗？请王主委，王主委上台。赖委长。主委你好，刚才我听了你跟委员的询答了你们的报告当然只有简单几页而已啊，但是里面的讲法其实都很清楚啊。基本上来讲，金管会现在是比较站在所谓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这个 stakeholder 所谓的这个利害关系者的话，你们并没有把劳工抗得进来哦。这个事实上，劳工是企业经营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哦。那么让你知道一下，台湾最近这几年呢，社会产生一个这么大的改变呢，其实就整个思维，特别是年轻人、年轻世代就认为分配不均嘛。就我们如果看他们劳工的或者是劳工的薪资占 GDP 的比例，最近十年来是在下降的。换句话说 ，GDP 有成长啊，可是赚的钱还是资方拿走啊。这时候为什么这样子？那就是资方在定这些游戏规则、利润分配的时候，少了一点考虑劳工的这一部分嘛，所以才会有委员提出这个东西哦。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都了解劳工董事的设计，它是一个产业民主的概念，它也就是说让这些特别是国营事业，因为像欧洲很多的国营事业，国营事业来讲的话，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嘛，我先请教你一点，你现在来讲清楚来看
你的股票上市公司，你们是反对的嘛？因为你的态度是反对的嘛。但是我请教你，而且现在国营事业已经有了，刚才劳委会的相关的长官也提到了嘛，哦，国营事业是有劳工董事的设计。那我现在就问你一个东西，介于国营事业跟民营事业之间，有个叫范公股。范公股的意思是，他的董事啊，他的董事长、总经理是官派，可是呢，按照国营事业法的规定，他不是国营事业，因为他持股没有超过50%，所以这里面就会发生一些情况。什么样的情况？那就是说，明明是很强、很大的一个control的力量，比如我这样讲好了，举例，退伍会底下的一个新兴客运，49%啊。占49%啊，董监事通通是政府派的，哎，他就不用这条了，他就没有劳工董事了。所以你的国营事业来讲的话，它是有漏洞的。所以我现在先请教第一个问题，请教你，你们现在立场是说上市公司不要碰。好，那我们先让一步，中间取一个中间的范公股，就是政府的持股没有超过一半，可是他有绝对的控制力，董事长、总经理他派的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司，可以不可以让他是劳工董事？请问。我们先厘清一下，就是金管会立场是说不要强制。那如果说剛剛立法就是强制啊，怎么是不？当然要强制啊，怎么不强制呢？可是如果他主动，他主动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来，诸位啊，你要知道国营事业为什么他有独立董事？因为有国营事业管理法在那里啊，就是强制啊，这是产业民主的一个具体的落实啊。那现在，对不对？现在就是反映现在普遍的，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于分配正义的不满嘛，是不是？这个东西时空要转过来啊，过去的思维是道道地地的，非常极有的，就资本主义的思维啊。现在我们慢慢的往，因为这个社会是需要往中间偏左，往这个某种程度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一点啊。这整个社会弥漫不是这个意思吗？难道不是吗？对，现在其实有一些范公股本身他在选派的时候就已经有劳工董事了。那个刚刚那只是部分啦。我现在法没有这样定，他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会？比如说赵丰金为什么会有？对，他们的讲法，财政部的讲法很简单，说过去是国营的，是过去他超过50%，他是过去的精神底下。那我现在告诉你，我刚刚讲的退伍会底下一缸子都没有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本身我就修一个法了，国营事业里面我就把范公股列进来，跟这个证交不一样。好，你证交是规范上市贵公司嘛？对对对。但是我要让你知道的，就是说，我让你知道的是说，在国营事业管理法里面明定要独立董事，而范公股董事长、总经理都政府派的，当然是政府绝对力量嘛。为什么不设？你同意我们这样设吧？应该范公股设嘛，对不对？你赞成吧？是啊，好。现在为什么大家希望能够进一步设？因为现在证交法规定，管理董事、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等等，没有劳工的角色嘛。你搞了一堆，哦，薪资怎么定？哦，不能有肥猫，这个要不能这个，不能那个。里面，劳工没有参与的角度啊，劳工就是永远是被资被者啊。现在来讲的话，这个产业民主的这个观念或者这个意识一直上来嘛，他们希望有机会参与。你可以看嘛，国营事业有劳工董事也没有很紧张啊，也没有说哇。不得了啊，每天要去革命嘛，每天跟资方唱反调，也没有听到这样子啊，对不对？我们刚才的劳会的长官也讲啊，实施情况也不错啊，是不是啊？既然不错的话，第一步先范公股，再来去思考上市会公司的适用啊，这有什么不好呢？这个老实讲，让大家都查你什么意思？对，这个如果你只要规范的好，其实我觉得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劳工造反了。不用担心这个东西。我们刚刚其实也有表达，就对这样的一个方向其实是认同的，因为是要关心劳工。可是，在相关的配套，或者是说在对于这个企业，你的配套什么配套？什么配套？比如说，你配套就是糊弄。我跟你讲，就是到底怎么选任这件事情，其实之前去年那不是那不是配套，简单的讨论过。诸位啊，你要讲话越来越像蔡英文主席哦。他最喜欢讲这个要配套。啊、哦，蔡英文认为政就说啊，这个配套，比如说废时啊，要其他配套完成的以后再来，什么都配套。他最喜欢讲的，他口头语叫配套。你越来越像主席了啊，
就是配套，对，配套啊，结果配套你讲不出来啊，配套叫做糊弄，我跟你讲，配套两个字，它真正的意思叫糊弄。就当我们政府大官了、啊，这官大学问大、啊，没什么可以讲，就说啊，因为还没有配套，配套完成又再来，这糊弄。诸位啊，这就是糊弄，对不对？你讲不出来啊，什么配套你再讲，对不对？你也没有报讲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所以糊弄搪塞一下，因为配套没有。我们的配套其实有思考过几项。好，来什么？来讲讲，没关系，那你打 pass 啦。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工会因为设置的状况只有12%，如果工会是更普及化，或者是说在那个选任的部分，怎么样选任出员工董事这个机制呢？是可以有 qualified 的定。好，那你就定一个，那就那这样就听懂了。你说工会的比例占多少，或者是说有工会的企业，他就应该设劳工董事，你是这样子意思哦，是不是？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讲清楚哦，你今天在这里是全国老百姓都在看的哦。就代表你的政策哦，很重要的政策哦，是不是？你的政策是只要企业上市柜公司，它有工会，它就应该有劳工董事，是这样子吗？没有没有，我刚刚不是这样的意思，哦是不是了啊，不然是什么？啊，听不啊，你讲清楚啊，什么情况可以啊？所以你骨子里还是不要嘛，那不要没关系，你就要讲说我们彻底的实施资本主义，不要这个东西也可以，这是个答案。我们是需要再研议一下了，并没有办法帮忙一下，现在马上。这个诸位快讲不下去了。包委员，其实现在董事的产生哈，按照公司法就是选举产生的，所以我们在规范独立董事的时候，也是由大股东啊来推荐来产生的哈。那现在用一个指派的方式进来，这跟现在的制度是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哈。那另外你要讲工会来讲，现在并不是每个公司都有工会。那各位局长啊，你也不要睁眼说瞎话了哈。我们都知道独立董事是大家选的，他是事先找好的才去给他盖个章而已嘛。以后也是可以这样子，把独立董事那个学者教授把他改成劳工代表，就赶快隶属啊，对不对？你可以对劳工的这些董事做某种的 qualification 的规范，这个可以，对不对？但是不是说，对不对？你不用糊弄大家，大家知道怎么选。不是糊弄，因为独立，因为劳工来讲，他的独立性本来就没有了，因为他是整个公司结构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利害关系人，那包括债权人啊、股东啊等等都是。那我们怎么样去照顾到全体股东的一个权益，对不对？因为公司成立来讲，就是为了这些股东的同意嘛。不过两位长官，你仔细看了哈，其实劳工的比例，劳工占这么多人，他了不起一席嘛，或者两席，这董事的比例还是很低的。你要真的董事会需要表决，他也是被 vote out 嘛。如果他真的跟这个经营者相反的方向的话，没有那么可怕啦。这个是道地的资本主义的思想才会觉得这么可怕。你慢慢的往社会主义调整，就不见得会那样子那个可怕啊。第二个，请教一下诸位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跨境的啊，包括比如说爱奇艺、OTT 来这里，包括 Uber 等等之类，像这一些就是我们税收不到，直接缴费就用刷卡就刷出去了，境外的，然后在这里可以用透过 Internet 进来台湾的这样子经营模式，金管会要不要管？请问你 ，Uber 好像是交通部管的。不，他如果很大，我是问你，这越来越多嘛，像 OTT 就是啦，刚刚一个爱奇艺就是进来了，他来这里很多播很多给你看，从中间也收广告费收走了，这些以后还是说你们境外都不管，这是一个答案，我请教你，境外都不管，只要在台湾没有设公司的，你今天给我个答案，是不是在台湾只要没有设公司的，你们都不管？没有公开发行的你也不管。金管会如果要管，要在相关的法规的这个支持下，也就是有可以背上法规才能去管嘛。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厘清说，他那个现金流量，还有他是不是在国内的交易的状况。那如果是在我们交易很频繁的话，现在很频繁这些，你去想一下，我是建议你的，好不好？你去研究一下，这研究看一个月或两个月时间呐、啊，就这些网络的公司越来越崛起啊、哦，然后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会吞噬我们的税基啦，对不对？而且会破坏，会影响到我们的商业行为，某种程度也会造成我们的竞争加剧嘛，对不对？抢我们的生意啦，刚才共享的嘛，那这个东西如果它营业额已经大到某种程度，但是它在这里没有设公司，你们怎么办？我是觉得你们去研究一下了，好不好？因为这个已经越来越看得越来越多了，都是跨从
通过网络就进来了，然后就卖东西，通过这样子，这个东西越来越大，你们怎么办？我觉得不是只有财政部的问题，你们要看一下了，好不好？好 好，谢谢委员。有请费鸿泰委员。好，主席、各位委员啊、各位我们、女士先生，主席帮我请一下我们王主委，请主委上台。赖院长，哎，主委，我们顺着刚才赖世宝委员谈到的这个电子支付哈、电子支付啊，举例像 Google 啦、Facebook 还有很多哈、雅虎啊，他们在台湾呢、都不要缴税。这个他甚至很多都根本没有设立公司啊，这个真的会侵蚀到我们的税基，这倒是真的了哈。对，我们会进一步。当然，这个责任也不是都在你们了哈，但我是觉得可以真的可以思考一下，怎么样去立相关的法啊，或者逼迫那些公司，你必须得在台湾缴税嘛，对不对哈？这个从那这个里面就。这个电子支付啊，电子支付也是我们金融 2.0 一直想和财政部啊也想推动的一些事情啊。很明显的知道韩国电子支付在他们全部的交易都有税负优惠啊，占到几成？77%哈、七成。那我们台湾呢？26%，不到30%嘛，四分之一啊。所以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努力的空间。是的。刚才讲到税的问题，当然要去思考了哈。这个剩下就是我们曾经要鼓励了哈，要鼓励电子这个电子支付啊，其实对很多啊，也现在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啊？你们努力的方向是要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已经有定一个电子支付比率倍增的一个推动策略，就是希望在5年之后，可以从电子支付的比率可以从26%提升到52%。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有在这个相关的法规的部分会去修正电子支付资讯系统的标准，还有支付的这个相关办法，还有这个安全的强度。来增加它的便利性。那另外，我们也请这个银行工会已经研议专案小组去研议，说未来推动像信用卡、电子票证的末端这个 device 的一个整合，所以就是让更多的商家可以透过这样子来做。那另外还有在公部门跟这个医疗。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是最大量的这种消费呢，我们希望透过政府的部分来鼓励做电子支付的服务。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有建请这个卫福部，还有在行政院上希望能够有跨部会的合作，定一些奖励措施跟加强宣导。对啊，这个当然卫福部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其实我是觉得真的是不够的哈。这个就好像这个我们礼拜一最后有临时提案了、我在开协调会，我就没来参加，就让你们金管会啊，这个同意用健保卡作为券商开户的认证。居然在财委会，我们委员反对，我都不知道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哈。这个当然，这个你们是支持，这个新制才上路不到3天，就马上被腰斩了，我也正在请教一下卫福部，还有我们提案的委员，都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要去反对，就是因为什么？他们自己不愿意去努力啊，这个叫做什么健保会吧，哈，是不是他们反对？我是觉得我们现在要电子支付啊，我们要朝这方面努力，当然要营造这样子的环境嘛，就怕什么个资会被窃取，个资被有。这个是卫生福利部，他们有其他的方法，但是我是觉得卫生福利部平常讲了，我就觉得在这个方面上面努力真的不够。就好像当时我们修食管法，我们希望啊，这个那些那个在食管法里面、就是那些进口商从原料开始，我们又希望他用这个电子啊，这个电子发票来管理。这样子，日后我们要查那些这个有问题的食品啊，我们直接在网络上就很快就知道这个货现在在哪里。卫福部当初是反对，当时啊，我当党鞭，我很生气啊，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
啊。所以我是觉得卫福部在这一方面，刚才你讲的是没错，电子支付里面医疗这一块占的量很大啊。就我也拜托我们财委会的委员呢、啊，再去想一想，前天为什么要去反对用健保卡去做开户的认证？我们现在的身份证没有办法去做认在远端的这个认证没有办法，那为什么健保卡跟自然人凭证都是蛮好的工具，为什么就反对？我是觉得，啊，太不进步了。我是觉得这个思考，这实在太不进步啊。这个当我们真的要去推动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心境要进步一点了、啊、哈。当然，我们在提了礼拜一，我们提过啊，这个 P2P 的这个所谓的乡民贷哈。你说你们要去管，请问这个跟融资公司法有没有关系？嗯，没有关系。局长有没有关系？鲍文，这个应该没有关系。那融资公司的那个出去的钱是在公司自己的股本的哈。那 P2P 的话，资金是从大众来的。我讲 P2P 大众来哈，有一些公司啊，如果他这个金额大的话。他是在做一些巧妙的包装，他不就是金融公司吗？就是有举例哈，有些人真的他很会去设计他的 P2P 的营业额，或者是他的金额，如果说高达一年下来高达上千亿的时候，难道不要去做类似这样子的规范吗？跟金融公司完全，他那时候就俨然就是一个金融公司喽。是，鲍文，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哈、哦、可能的方案跟方向啊。嗯，你可以跟我讲那个方向是什么？方向的话哈、哦，如果要规范的话，我想应该建立一个法制啦。哦，什么样的法制嘛？亦或是修改现行的法规法律，亦或是另定一个专法。就这个交易的模式哈，以及就资格哈，以及就将来可能的一些处罚哈，我同意了啊，弄一个专法哈，弄一个专法去，因为我比较担心的哈，如果说你不那个法定的如果不好，让有人呢、啊、可以有可乘之机啊，他去包装变成他就躲在幕后的一个金融机构了哈，所以。当然，我就想到了这个跟这个融资公司法哈，因为融资公司在我们立法院讨论了，至少我在立法院这十一年讨论了好几次哈，一直没有做立法的这个规范哈。所以 P2P 的乡民贷哈，我倒是觉得真的，如果说你要立一个专法，要去思考一下。有一些人啊，真的很聪明，聪明到他用 P2P 去包装，他就是一个金融公司了哈。所以麻烦可不可以啊，尽快啊，局长啊，我很期盼着这样子的法哦，很明确的方向把它定出来啊。因为这个，我今天问到现在，其实都是跟电子支付是有关系的了哈。因为这是时代的趋势，好，时代的趋势啊，我就觉得电子支付。啊 ，P2P 的乡民贷啊，还有这个，我也你们刚上路的就被腰斩的这个用健保卡作为认证开户的工具，我是觉得这方面都其实都是要我们要去推动的事情了哈、啊。这个麻烦啊，这个可不可以啊？这个我会拜托我们的招委啊，安排一个叫你们来做一个专案报告，啊，如何去让我们的电子支付啊？我们的金融 2.0 能够更强化、啊、能够推动的更快一点。谈到今天的这个题目、啊、今天我们讨论这个法、啊、其实我倒是建议诸位、啊、用比较开阔的心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里面可能跟公司法是有、啊、也有并案来讨论、啊这个、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让劳工多参与我是觉得对企业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是我们的方向上是认为是，如果可以有更多的共识的时候可以实施。好吧。可是目前为止，可能还有一些障碍。所以我建议用开阔的心了
好，不要认为说就是不可能 ，no， 我就用开阔的心呢、啊，让劳资和谐，让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的企业哈，其实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曾经有讨论过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企业的获利啊，跟相对于20年前呢、啊，那获利到劳工身上的比例越来越下降。啊，其实我们就是这样，企业赚钱我非常支持，可是企业赚的钱不要仅进几个人的口袋里，让进到这个投资者了、啊，还有劳工的身上，其实对社会上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想法，好不 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有请李应元李委员。主席早，各位同仁早，我们金管会的各位先进、大家早。主席，我是也请我们王主委，请主委上台。委员早，主委早哈。是，我想基本上啊，这样的一个修法的方向，大方向就像你刚刚在回应我所听到两位委员的这个质询，你也认为大方向是赞成的哈。我想大家都同意劳工是公司的重要资产、哦、即使在你的报告里面特别提到了、哦、德国、是比较倾向、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哦、虽然德国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哦那么就美日的角度来讲，美国尤其像美国、最典型的资本主义，从英国到美国、美国最近的总统大选初选了、啊，这个 Sanders 这个、基本上是非常的、社会主义的想法的、哦、这个、克富人税、哦所有的大学免费，类似这样的一个主张，在北方的几个大州啊，他都赢得、可以说是压倒性的胜利，在前天都还在华盛顿州啊、有这样的胜利，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潮，最近我看陈冲前院长的一篇文章啊，都也特别注意到这样整个世界思潮的一个转变。那么我们整个台湾的社会在这方面当然是一直的在在可以说也是在发展啊、在发展哈、哦，但是我们的工会啊运动目前来讲，基本上实在是体制还是很弱，所以我们应该尽很多的力量。来，让工会能够比较健全的形成啊，工会的发展，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如果说公司啊没有办法正常的营运啊，劳工嘛无头咯，这样的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一个体认啊，我相信劳工也不会说不去重视，好、啊，所以在适当的这样的一个，譬如说在董事会里面啊，那德国他也有在叫做劳工董事，也有在监事会。他们是不同的体系，就这个部分，你要分享一下德国的制度吗？我现在手边没有资料、欸，哦，没有关系。对，那我这个部分我和你分享一下哈，就是他在监事会啊，他们认为，因为这个如果必要的时候是由监事会来派任这样的一个劳工董事哈、哦、啊，董事会是在经营的层面啊，有没有认真去经营？他们如果意见不同的时候啊。当两边僵持不下，他们是召开股东大会来处理这个矛盾。因为德国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国家，他们的法律也是千万条、哦、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当然是比较进步、哦、但即使是这样、哦、我这边引述这个成大的一个研究生啊，这个叫做蔡佩珊，而是由陈俊仁教授来指导的、哦、他们在讲到这个德国的这个叫做。在1976年，一直在1976也不是太久之前哈、哦。虽然德国的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达到差不多世界的最顶尖的阶段啊、哦。那么在1976年，他们是通过一个叫做共同决定法啊、哦，劳资这样共同决定法。那么通过之后呢，它是扩大把具有2000人以上的员工的大型企业啊，都能够适用1951年。煤钢铁业共同决定法，扩大到所有的企业，如果只要它是超过2000人以上的、哦、那么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德国的主流法学界啊，甚至即使是以德国这样的一个国家，都认为说它是违宪，所以就提出了由德国的雇主联盟啊，提出了向德国的宪法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违宪的啊。他们主张违宪的理由，第一个说1976年这个法共同决定法和企业组织法相结合，将会产生劳方比资方更为优势，使得劳动者取得一个优于平等的地位，导致股东受德国基本法第14条所保障之所有权本质上遭受侵害啊。第二，该法具有强制股东和劳动者结合的成分，抵触了结社之自由啊。第三，雇主联盟可能因此被带到重属于其社会变成对手的地位，本来是重属的啊，使得团体协约制度功能丧失。我想我之所以引述这个研究生在陈俊仁这个教授指导之下的这个有关这个叫做他叫做从比较法观点看我个劳工董事制度啊，那当然我个人呢在这个劳委会这个时候呢2006年呢我也办过这样一个产业民主的一个座谈会啊，公听会，邀请产学界劳资各方面都来讨论啊。那么陈彦良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林佳友教授我都请他们来讲这方面的讨论了哈。但可以了解哈，我想大方向我个人是也是支持这个的哈，但是我会比较倾向在公司法这边呢、啊，比较做基本的来处理的哈。当时我们的独立董事在证券交易法的第14条之二来处理那个背景，你知道吗？知道。好，你能不能分享一下？那个证券交易法来，如果我们其他同仁还是吴局长还是詹局长，证券交易法当时在修独立董事，为什么修在这地方？用这个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在公司法来处理。谢谢。其实这个推动用逐步的，因为这些上市公司一般来讲规模就比较大了哈，那制度也比较健全，在运作上我们可能也有一些法规在规定他要做哪些事情，所以从这边先推动，对。这个是某种程度其实是比较一种便宜形式啊，你同意不同意？比较便宜形式啊哈，所以如果比较基本的结构面的调整还是处理哈，我认为应该从公司法来这种这个基本法，还有就整个企业经营的基本法来处理。好，没有关系，那个吴局长你请先回座哈。所以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是一个值得推动的一个制度啊，把劳工当成是一个资产。好，那当然那个公司必须要，我也注意到了啊，其实我们的立委的同仁的提案也特别提到，包括公司要一定的规模啊，这些相关的条件啊，大家一起来处理。我希望在未来啊，因为这个可能还继续要大家来申论啊，来邀集劳资双方啊，继续来办公听会来处理这块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哈。另外我请教之前礼拜一我们卢委员也特别提到了哈，这个本国的大户回来的状况是怎么样？我看到是说以前如果我资料没有看错的话，看错请指正我哈，就是我们平常的我们的股市大户啊，是大概有1000户左右，那目前大概有700户，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大户归回来的状况是怎么样？有数字吗？那个对不起，我局长这个部分是不是你主管的？谢谢谢谢。那个数字有吗？你可以补充。对。其实，在一般，因为这个大户的数字随着股市的繁荣与否都会起起伏伏，那原则上大概是在用1000，我们在维持在1000一个水准是一个很正常的水准了，因为户当然不会没有办法正确的表述了，还是需要看那个量啊，还是需要看那个量哈。那个谢金友先生因为在这方面也是蛮投入的啊，他从过去一直批判这个本资内资和外资之间的差异，由于税的一个差异导致很多资金都跑出去，他基本上认为现在的内资本国的资金啊跑出去之后，现在是以外资的形式回来，规避了这些税，所以他认为主要的资金都有回来。这一点我们监管会的专业的看法是怎么样？对股市的了解你们比较专业。我想我们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啊，但是他很多就是因为其他的市场可能他的获利状况更好，他把资金移到投资到其他市场去了。所以目前这个最近的股市这个几千亿的这个资金进来，局长你的看法还是本质上
你不是那么同意谢金河先生说主要都是本资变成外资进来，你认为还有纯外资？这个本资变成外资啊，就是变相外资和纯外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比多少？多少千亿比多少千亿？其实有提到，就是很难进一步去厘清啊。这个那个美金、美钞还是日币，还是人民币，还是这个台币换成人民币都是一样的，分不出来它是本资外资的。其实我们可以再去分析说是有多少本来就是大型的那种机构法人。其实前阵子证交所也有提到，是有很多的那种社保基金哦，长期的机构法人，国外的，他们认为台湾是一个殖利率相对来讲很适合长期投资的资本，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资产配置是有进来的，那个部分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资产配置的移动。那有属于这种法，就是说可能大户这个部分个别的话，如果是加州退休基金啊，加拿大什么退休基金？因为最近台湾的相对利息比较高，殖利率比较高，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流进来哈。对，所以才央行需要去做这些调降利息的动作。如果这样的话，它其实是很好是很好抓出来的，因为这些大公司它是可以抓出来的。我认为，如果说金管会这方面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和证交所这边更了解，如果这个部分是多少的话，扣除就。至少那个模糊的地带，就是说它有可能是本资变成外资，还有纯外资，有可能。我在这个部分呢、如果主委可以的话，对，我们了解一下，我会很好奇，我会很想要了解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和整个的税基都有关系，好不好？好，谢谢，好，那谢谢，好。有请林德福林委员上台。主席，各委员同仁，王主委，还有与会各列机关，是不是请王主委？请王主委上台，不用再跟我们敬礼了。叶委员长，主委长，我请教你哈，因为我本席上次有问过，就是有关于这个 P2P 哈，就是网络平台借钱呐、啊，那这个金管会在这方面有没有去做一些监管的措施？因为今天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运作，而且大陆啊，可以说做了一段时间，结果里面啊，这些诈财的层出不穷。对，哦，那个主委，你说要做一些这个如何这个来监管的这些措施，有没有在做？其实 P2P 我们已经研议非常久了，那也有一些业者希望我们可以开放，让他们可以正式的做这样的一个业务。可是也因为刚刚委员有提到，我们看到非常多国外有这种诈欺行为，对消费者的保护啊，这个部分需要有一个配套机制。所以当初我们是在盘点说什么时候来做好，如果那个配套机制可以完成。那因为现在乡民贷已经正式上就是已经开业了，那刚刚我们也有回答，就是说我们对于他现在开业的范围跟内容，如果有涉及银行法、证交法或者相关金融相关的法规的话，我们就会介入。可是到目前为止，似乎看到他的业务范围只是在于私人之间的一个借贷，透过这个平台来借贷，是属于民法的范围。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严密的来监控。我认为哈，站在金管会立场，这个要是没有好好的去做一些监管的配套措施哈，将来啊，因为临近大陆那里确实这个有很多就是受到这些诈财的这些问题是层出不穷啊。是哦、嗯，那我认为这个一定要去要求哦。那第二点我再请教哈，这个我想是不是也请劳动部劳动关系司的那个陈副司长哦，因为今天我们讨论的证交。这个证券交易法第十四条之七，哦，那跟上次两岸加起来有38位委员联署，那金管会的立场与上一届其实立场是相似的，哦，那这个不宜立法来强制设员工的董事，那劳资关系应该大家普遍一致认为说是失衡的，因此，这个很多委员认为说应该透过员工董事的设置，代表劳资双方从权力的分享、利润的分配到风险的分担，啊，这个对塑造劳资一体、共存共荣的公司文化，
这个其实有积极面的正面意义。是。哦，那我请问劳动部的代表啊，这个副司长，你认为说证券交易法第十四条之七，你对这条修法你的看法呢？如何？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啊，对于委员的提案呢，其实站在一个企业民主的整个机制，它能够促进劳资的和谐以及劳工的扩大参与，所以站在我们劳动部的立场，我们乐观其成。乐观其成。那接下来我再请教，是因为王主委啊，今天哈、立法院要是三读通过这个证券交易法，这个依本法发行这个股票之公司去设置员工董事，那你是我认为说？以现实的公司法啊规定，这个董事是由股东所这个产生的啊，那以员工董事的员工所推派的这个董事啊哦、啊、变成有相互矛盾，是不是有冲突点？会有冲突点。其实这个在我们去年那个公听的时候也有提出来，那刚刚李应元委也有提出来，就是说不能只修证交法，如果要做的话还有公司法的问题。对啊，你一定要整个配套。那个陈副市长，你有什么看法？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哦。那有关于，因为现在在有关于独立董事的部分是在证券交易法这边有一些特别的规范，那今天我们在讨论的也是一个证券交易法的相关规范，那因为它的主管机关是金管会，我们对主管机关的立场我们表示尊重。 OK， 好，那你就请回去，我再继续请王主委。王主委，我请教你104年6月哈、调查1513家的这些上市柜公司，设有工会占全体上市柜公司仅有12.2%、哦、那请问这个劳动部代表是否有这个统计过上市柜公司有企业工会的数量以比例？刚刚那个副司长这个为何这些企业工会成立的比例这个到目前为止未那么低？其实应该那个副市长应该来做一个说明。哎，不好意思哈。是，跟委员做一个报告。目前我们国家成立的工会的总数大概是335万人的劳工哦，那目前工会数是5424个。那有关于在上市柜公司里面设有工会的，我们目前的统计是有197家。那这个它比例只有12.2%。那我请问你，站在这个劳动部的立场，你是否赞成鼓励员工成立工会？是站在，因为我们是工会法的主管机关，站在我们劳动部的立场，为了要保障整个劳工集会结社的权利，所以我们积极的希望往这个方向推动。那你要是说对于这个员工筹组成立工会参加这个劳工的这些活动的时候，有没有相关保护的这些措施来保障这些员工不会受到资方这方面的一些另外的一些待遇，就是破坏？是，跟委员报告，站在我们劳动部的立场，如何促进劳资的和谐哦？其实我们有长期有一个机制在做推动，譬如说我们如何提供在劳，譬如说就针对劳工董事，目前我们的统计到104年的九月哦，目前在国营事业有56位的劳工董事，那针对提升劳工董事的数值部分，那我们有一个培训的计划，目前培训人数大概有600人左右。这样哦，是。那为什么我刚有就叫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上市柜有1513家，结果里面真正有这个劳动部代表的这个其实只有12.2%换句话说多数都没有。是。那劳动部有什么看法？是，跟委员做报告，我们有看到这一次委员在两位有两个提案在证券交易法这边的这个草案里面，它有一个规范哦，它就是说，如果这个前面的推派有成立工会者是由工会来推派，没有成立工会者得由全体的员工来选举。就是说，这是劳动部的立场？不是，这个是委员的提案，那我们乐观其成。这样哦，好，那你请回，我再继续请王主委。王主委，我想前面的这些问题所提到上市柜公司企业工会这个占的比例只有12.2%。那请问
那个是否要针对这个企业工会，这个询问涉职这个员工董事的看法，依您的看法呢？其实我刚好回答，我们认为员工应该是非常赞成，所以这个立场上其实是没有疑虑的。那我们也并不是说反对，而是说现阶段在还没有更好的一个共识跟推广，还有刚刚讲公司法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做更好的研议之后，或者是宣导之后再来做推广？其实本席认为说不能够只有询问公司代表的意见，那劳工代表的意见也应一并来征询，才会让我们很多委员这个来做一些综合上的评估。你的看法？是，如果要做的话，就是要针对工会去做这样子。这就是针对工会。那个诸位啊，因为这个大陆地区投资人来台设置办法，这个媒体有报道过说，最快四月开放大陆地区来台投资，而且投资包括基金包括这个外币证、这个债券的开放合格机构，投资者可以来台买新贵的这些股票。那请问王主委，对于这些特殊产业别，是否设置这个设有这个持股的比例的限制，有没有？有。我们是不是请郑琦去回答？好，现在有两块哈。那委员刚刚提问是针对我们现在在看买基金这一块吗？对啊，对，那因为基金都是间接投资哈，所以它的一个整个经营投票或者对公司的一个经营权呢，事实上掌握在那个投信的基金经理公司。还有这些外币债券呢？外币债券因为都是固定收益性，事实上它也没有办法参与公司的股权的一个表示。那目前你们的整个规划开放的进度如何？现在大概我们已经跟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政府机关都取得一个共识，那可能会报到行政院去再做一个处理。那个主委啊，会不会在您任内里面来实施？如果来得及，我们本来在规划的时候是520之前要完成，如果来得及，就是现在整个程序走完就可以马上实施。我是认为我们当然走的态度要朝比较开放的态度，那要是说时间可以压缩到520以前，我认为该开放该做还是要做，因为我们要跟全世界接轨。是，你认不认同？我认同，我们会努力。好，谢谢。有请徐国勇委员发言。那徐委员发言完之后，我们可能休息五分钟。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们请诸位好吧？有请诸位。徐院长。是，诸位。看了你的说明，我们了解你是持对我们现在劳工的独立董事份，还是持保留意见呢？是。那我先请教你，你在里面提到说，美日比较偏向自由主义，所以独立董事他们没有设置。那我们比较偏向这个美国的这一些，我先请教说，那德国有没有独立董事啊？德国啊，不，德国有独立董事，德。劳工董事，德国有没有独立董事这一部分？劳工董事以外还有独立董事？有，还是有？对。那为什么他们可以两个都有，而我们只能够有一个？只不过因为是我们比较偏向美国吗？还是这是一个理由吗？应该是刚刚提到，就是说在法制上，因为我们现在的董事的选任是由公司法。那个。德国他在选独立董事跟这个劳工董事的那个程序跟台湾的法制是不同的。那因为不同，所以我们的法制不同，所以我们来设立劳工董事。如果我们要这样处理的话，就会回到说那个劳工董事，因为现在的法条里面是建议是由劳工来选的。其实独立董事比较偏向，其实独立董事就是一个监察人的一个性质嘛。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股东嘛，他也不是。公司啊，豆盖也无关系啦，林清共啦，所以他最主要是监察嘛，你的政策怎么样？他监察里面会不会出一些问题？那劳工董事不能用这种监察的概念让他们进来吗？这个就是要修公司法。你觉得是修公司法？那公司法不是我们主管的，是经济部啊，经济委员会啊。对。所以你认为这不是您的事情？不是说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是说在法治的成熟，还有或者是说互相的配套。之前如果我们要修这个证交，所以你点出的问题就是第一个，
可能公司法部分要一起处理。是。那另外工会的部分，劳动部要一起处理。那也就是说这个部分，你认为说纵然要保留，那你们会不会想办法把它送到行政院院会去通盘检讨，还是怎么样？因为现在劳工的声音很大、欸，我们的国营事业可以有独立董事，那为什么我们的私人企业不可以有独立董事？我们的国营企业里面 有一些是分公股的，事实上，如果把散户什么通通加进来、欸，我们公股可能只有20%几、30%几、欸，虽然是董事我们在派的，董事长我们在派的，可能我们的股份也没有超过50%、欸，所以以这个来讲，民营的也是一样啊，很多民营公司他们的董事长整个经营的这些人，他们的股份也是30%几、20%几，整家公司就是他在经营啦、啊。所以换句话讲，他的那个性质跟国营事业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国营事业就不会说啊不偏向德日，跟德国比较不一样？所以呢，因为不一样，我们可以仍然有独立董事。然后现在反过来变私营企业，就说啊我们跟德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宜有德国独立董事。这个在你刚刚讲的这一段里面，我在逻辑上是串不起来了。你要了解我讲的意思吧？这个逻辑怪怪的。如果按照你的逻辑是对的，那国营事业设立独立董事就是错的喽。如果国营事业设立独立董事是对的，你讲的说我们的法制偏向什么美日跟德国比较不一样，那这个就是错的喽。所以你这是陷入两刀三段论法里面哦。到底你是人还是东西，将来个都错哦。所以你的这篇报告里面的第一个论点似乎就有问题哦。我们政企局局长啊，局长、欸，其实国营事业最大的股东就是国家。嘿，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你要认为说，所以独立董事也是股东就对了。所以今天大股东愿意推派一个董事、嗯，然后用他的选票支持这个董事去当选董事，就可以达到目的。嗯，这是一个股权，就是说。可是我现在意思说，我们的国营事业如果是100%的国营事业的独立董事，我也没意见。为什么？全民都是股东嘛，因为这钱是国家的。现在问题是，譬如我们有一些泛公股银行，哎，借问哎，还这当属定或者我们国家的股份，嘛是30%、20%呢？跟民营的不是一样吗？对，但是他老实讲，现在这20%几其实就是一个大股东，他已经对公司有一点主导权了。那如果公司愿意让劳工董事进来？事实上，他可以用他的股权去支持一个代表，就选任了。用公司的、啊，你意思是说私人企业都不愿意喽？没有，我其实我意思是这样，其实我们的调查里面，所有上市柜公司也有18.23%，他是支持这个案子的，也有18.23%支持，有支持，只是说我们现在有大部分70%几是还是不支持。我们今天讨论呐，其实还是很多争议，我了解。也有学者赞成，也有学者反对，但是我们要把问题拿出来做一个论述，我们要用以理服人，说为什么行或为什么不行。因为我刚刚讲的这段论述，就是我觉得怪怪的，因为这已经陷入两刀三段论法在逻辑上的谬误就出来了。第二个，独立董事为什么有必要，也有他的，你看看哦，你应该知道西班牙在搜索中国的银行。西班牙搜索中国的工商银行跟中国的建设银行，哎、欸，这是全世界五大银行，哎，加西洋的多呢。西班牙搜索他们在西班牙的分行。昨天英国也开始立案要调查什么？调查中国工商银行跟中国建设银行在伦敦分行涉及什么？洗钱、贪污。哎、欸，那是国家的分行，哎，洗钱贪污啊？帮谁洗钱？帮大官吗？还是帮有一些？不良分子，譬如贩毒的什么，而、啊、且毒可能卖到美国，卖到哪里去不知道了。反正绝对不会卖到中国，卖到中国他就不会让他洗钱的了。啊，所以呢，这些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从这里要提到说，如果这一些机构有个独立董事的话，欸、在里面会有吹哨子条款出来。他们为了他们会吹哨子的，这也出、欸，他会让他们没工作、欸。所以我的意思说，除了这个以外，也顺便问一下，欸、中国的银行在我们台湾的这一些。有没有可能去搞这个？因为按照蟑螂理论啊，每一只蟑螂都会出现啊，啊，抓了一家就会有六家了，最少了。所以呢，西班牙抓到了，好，伦敦也有了，台湾会没有吗？搞定，我这话早点被进来解释去。啊，你有去注意这代志无？你他们在台湾不会洗钱吗？不会做贪污的事情吗？不会贿赂吗？
跟委员报告，我们对这个都严密的监管了哈。但是坦白讲，这三家银行他们业务相对单纯啦，相对单纯。就在台湾的这三家是，所以相对还单纯，相对单纯。哦，我还是希望说注意一下，因为显然的，这个在英国都敢搞了，在西班牙都敢这么来了，在台湾他更敢啊，他怎么会不敢？尤其语言又通，我们又更容易隐藏，严密监督了。哦、所以 要注意了。是啊，所以我从这个例子反过来是要讲，独立董事在某一个层次，如果用很多地方去论述，它是有必要的，因为这里面就可以把这些不法事实，里面有董事的话，你要洗钱，他不会同意的嘛，因为他要负责任嘛，所以显然的就会有这些问题出来。所以这个从这里是很多地方是让公司上轨道，独立董事有它一定的功能啊，所以这一部分其实要好的去考虑了哈。那刚刚已经有委员问你们了，没有咨询劳工团体，这是比较遗憾的啦，还是问一下，好、哦、让彼此无恨嘛。好、哦，纵然你们有意见不同意，你也让他说问哪个你们啊？那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论述，你要把这样讲出来，不然人家讲说啊，你弄便宜的饼啊，不问问啊。好、哦，这个是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哈、哦。那当然我相信大家有立场，好、哦，我们把它公开讨论，然后找出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感谢。谢谢委员。好，那我们休息五分钟。内线，对不对？那如果说在任何公务员会衍生出来的问题，他都会去查。比如那天也有人提到说，哎，公务人员的问题有没有？那就是案子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案子，就会不是单纯只有内线。那独立又有人就会产生那个另外问题，他不会说，因为我只查侦办案，那些都不查。所以这个案子，所以讲那个案以后，我是觉得只是说你移出去用什么理由移出去，但是后面会有什么结果，其实
要靠检调，针对他资料上查完以后才能知道。他用什么？我们是用内线的还。原则上，我们现在来讲，因为他有个重大讯息，那天跟大家报告过，就是一个重大讯息，所以现在都属于内线了。所以在往前看三个月内有哪些异常的交易人，我们都会过滤出来。那这异常交易既然是为内线导引出来的，我的案由一定是内线。那导引出来以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说不定以后就内线不成立了，炒作成立了，或者有另外的问题成立了。所以那案由其实比较没有意义了。要等到实际查核的结果产生的那个结果才是重点。哦，可是实际查核是有内线炒作还有保密都可能查。我只是说现在的所有资讯来讲，我们现在是从因为它有重大讯息，所以启动点是从内线开始。哦，那就从这边去收集很多的那些交易资讯进来看。那如果有炒作，那也不会有炒作，因为你看那个揭幕那天的市股价其实已经在高点嘛，所以这样炒作应该在前面十点就要炒。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但是会不会引申出炒作问题，我也不敢讲。说明你炒作一块钱也会认定炒作，对不对？哦，或者你股价没有跌，也可能认定是炒作，然后独立在某一个点。所以这种东西来讲，我们就要看证据收到哪里，再决定这个罪名的名称。谁帮欧尼修买？没有人讲，我们只能讲说，我已把所有的交易资讯一列剪掉。那这些资讯里面有异常，他自然会去再审查。理解。好，谢谢局长，谢谢诸位。啊，我们进来。马进。怎么还这么多人？都一来了嘛，哈。哦，好，好 ，OK， 好。我们请各位官员们回座哈，我们继续开会哈。好，接下来我们请陈南树梅委员不在，他改书面哈。好，我们廖国栋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不在。陈欧博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不在，陈廷辉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李俊毅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孔文基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不在，江永昌委员，请。啊，请这个王主委，还有我们这个劳动部的陈副司长。江委员好。副司长，等一下我质询哦，就是你们两位哈、哦，谁都可以回答了，好，没有关系。我等一下那个陈副司长。好，哦，就教育两位了哈。今天有关于证交法要不要设置上市贵公司的一个劳工董事了哈。我首先在这个劳动部你们的网站上，我国劳工董事法律地位之探讨，这是台湾劳工季刊了哈，刘世豪教授。那既然在你们的网站上又是你们提供的资料，首先接珠这里有一个，它里面写担任劳工董事。没有实际的利益，许多国营事业工会的干部仍然竞相去争取这个职位。它里面写说，这个原因是因为劳工董事可以参与企业重大的决策，而这个制定哈，它主要是在争夺这个人事布局这个人事的一个职位的一个权利了。那既然这个会写在劳动部哈你们的一个季刊上，可是今天来讨论的，刚刚听到劳动部哈，不管大院最后怎么样一个决定，或是金管会跟你们的意见相左，你只有说尊重主管机关。可是你们的网站上写出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你们自己又认为说应该为劳工争取权益，让劳工有机会进入
劳工董事会去担任劳工董事。那这里相矛盾的地方，可以先解释一下吗？谢谢委员，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哦。在我们的季刊里面，每一位学者他都能够充分的表达他的立场，但是这样子的立场跟我们劳动部的一个主管机关的立场，我想也没有一定要做一样。那在针对这个部分呢，要跟委员做报告的是，站在我们劳动部的立场，的确像有委员您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更应该要正视的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发生在我们的国营事业。您是指说就刚刚他讲的就是说大家进去争这个劳工董事其实是为了人事 的布局人那相关的一些职位的一些、分配或争取 有没有这样就是说 他这份投稿他这份刊登、那既然会在你们的这个季刊上也在你们的公开网站上都搜寻得到可是却又跟你们为劳工权利或是说为公司决策、公司的这个分配能够把员工当作是资产，跟公司能够共同发展愿景是相违背的嘛？相违背的。那所以，那我简单讲哈，今天讨论到上市柜要不要在独立董事之外再增加劳工董事？事实上，其实啊，我看这个条文呢，哈，可能有部分它是参酌到现在我们台湾我们的国营事业里面，我们政府所占的一个股份，那五分之一以上就要给这个工会。好，让他们去退派代表，是有操这个意志、操这个精神过来，可是又跟这个矛盾，所以我要先请劳动部就这个先阐明解释一下，这样我才可以知道你们真正一个立场啊。是，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如果说您提到的这样的问题，我们并不太了解，说刘世豪委员他所这样的立论，他的依据是什么？但是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目前并没有这样的具体个案。可是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刚这个答复就接近于。你们劳动部对劳工努力的这个立场跟原则，所以这个你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发表，那其实你也没要去求证，或是去了解，或者去做澄清嘛，是、或者说你在其他的季刊上应该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说明，因为、在同样的这个文章里面，他也有写哦，公司的利益与其所代表的这个政府的利益相冲突，或是公司的利益与推派工会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劳工董事应该要如何处理？他也有就这一点特别来指出来。那目前为止，在我们的国营事业当中，有没有发生啊？因为他哈、我比方说像那个台湾石油工会，他所推派出去的这个劳工的这个董事，他去参与董事会的一个会议的时候，他所做的任何的一个意见或是所做的参与表决的这些决定，都一定要遵照工会的理监事。所开会出来的一个相关的要求跟决议，要请他去执行，那难免嘛哈，一个公司即使是国营事业，好，比方说更有政府的一个政策需要带领的一个方向，那这个部分相冲突也写在他的文章里，有没有这样发生过？有或没有，或者说你要在这边做一个对于针对这一个言论、这个议题、这个文章发表，做一个更精细的一个说明吗？我想跟委员做这样的报告，在一个董事会里面，每一位董事表达他各自代表的立场，我相信都会有不一样的意见。那有关于这个劳工董事的部分呢，我相信他代表的是一个劳资的和谐，然后能够让企业的经营更透明化，然后透过劳工董事的一个设置，能够让资方能够充分了解劳工的立场。你这样回答就好像在作文嘛，哈，这演讲比赛这样子。就是我是说，那这已经写出来了，你们更具体的，是就说啊，或者说你就直接指说完全没有这个现象。我在讲你们的网站、你们的季刊接受不同的一个声音，那这个声音其实却跟你们的主张是不一致的。那所以本席想就这一点来请教于你，我给你充分的时间，请你回答。是，跟委员做报告。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刚才您提到的这样的情形，我想我们会正视这样的问题的存在，那去做一个深入的了解。我这很久了，这102年的季刊到现在呢，那表示这一段时间之内，劳动部并没有对这样的议题，然后去下一个功夫啊。所以我今天讲哈，其实问到这里哈，其实。这个道理昭然若揭，就是说，我们或是立法院这边可能委员们跟劳动部想要为
工会或是全体职员选举制方式去产生一个劳工的一个董事去参与这个公司的一个决策公司的一个运作，大概我们会站在这个相同的一个态度，但是可能行政院可能金管会，你可能会对于说你国营事业这样做因为政府有关股，所以你有取得多少席次，五分之一以上可以让工会去选派劳工董事，这个东西套用到你的上市柜公司，变成其实今天你是一个门槛的标准呢，因为今天不是走经济部商业，是说所有的这个公司通通要设劳工董事，而是以金管会你所主管的证券交易法底下的上市柜公司来作为说你达到上市柜，所以你要比照国营事业类似这样的一个精神去设一个劳工董事。所以我是觉得你今天上台来刚刚听了很多委员们的这个质询其实您还是比较站在资方的一个立场，站在股东权益的一个立场。本席是希望说你应该这样做，假设今天这个实施之期这一条草案假如能够立法通过，会面临到的什么样一个问题，或者说可能从国营事业里面本来就有劳工董事，从过去到现在曾经发生到什么样的一个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我觉得你应该先做这个方面的一个功课啦，先不要说这个要设下去之后会有什么什么样一个问题，那其实这样今天的这个质询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先假设这个草案会过，也许立法院态度就跟行政院不一样，说也许520之后可能行政院的态度又不一样，所以我是这样子来建议主委了所以就这样子来讲的话，那我就要问主委了。假设17条之7这个草案如果真的会在立法院通过的话，那你如何因应？如何因应？比方说你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强制上市柜公司一定要去增设员工董事？那比方说他的公司规模、股东结构、业务性质，那是设一人、设几人？你有没有先做这一方面的预设？请说明。那个，因为这次的修法上面其实写得非常明确嘛，就是一人，劳工董事一人。那如果是强制上市柜公司都要这样做的话，那就没有还有什么？他是至少一人啊。对，我条文应该是至少一人啊。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就委员提案上来说，这一点的话，你是认为说，假设这个草案真的通过的话，就不管上市柜的一个规模，反正您的立场是觉得说，那就用最低限的一人，是这样的意思吗？没有没有，就是至少一人，条文他上来是至少，对啊对啊，就是依照这个，就是看大家通过了这个法规怎么样去执行啊。如果通过了，就一定是要执行啦，所以这边就没有再需要再区分说什么规模的问题，只要上市柜就要执行至少一人。好，那我想要问因为假设啦这个法人所推派的一个董事，他参与这个董事的一个决议，他也要负担那个责任，对不对？那责任不只是法人的董事，是连法人都要一起负担责任。那就这一点的话，只要这个草案通过，那你有没有试想一下，工会所推派的劳工董事，他参与董事会，那万一这个董事的这个机制有出现任何的一个问题，需要背负责任的时候，要不要从这个劳工董事到回过头来他所推派的工会去负担这项的一个责任？其实之前在去年公听会的时候就有讨论过，就是工会在推派的时候那个资格条件，这个代表的资格条件，当然是工会需要有 binding 这个责任啊，因为这是他们选出来的。好了，本身时间很有限我看这样好了，我是说金管会这边我是比较期许因为你的态度我大概知道说应该是比较觉得说设劳工董事是比较不妥的然后劳动部今天是副司长，他又反驳不了你，三句两句五句都是讲说尊重主管机关所以本席是要求说，因为我列了很多题目那我会后我还会再交给金管会，我希望你就如果这个草案会通过，应该怎么样去因应有一些问题预测可能会发生，能够解决做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报告。我觉得这个草案如果通过，还要再修公司法才有办法执行哦。你这个回答当然也包括在本席的考量，说你应该所知道的各种范畴当中的其中一件事了。
好，以上，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罗明才委员质询。来，罗委员，请。主席各位，出列席官员大家好。主席各位，请王主委。主委。王主委好。我们看到鸿海突然在今天说要停牌，停牌它意味就是在市场上就没有交易嘛啊。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是这个顿南这样停牌哦，过去的情况多不多？在香港啊，好像它这个停牌的机制啊，常常都会出现，有时候是因为这个重大讯息啊，或者是这个董监事的持股有巨大的变动。那我们看看国内这个情况啊，包括最近有几个生技股啊，还有包括现在提到的这个鸿海的问题啊，因为它的股权。它的股本呢非常大，投资的民众也非常多啊。那很多人在上个礼拜啊，这个蔡兰竹的妈妈们呢、啊，才买鸿海的股票，今天突然就停牌了。看到这个股票在市场上消失啊，他还是以为是公司出了什么事啊，也通通不知道。那对于这样子这些上市上柜公司的啊这样停牌的情况啊，我们管理的机制。究竟是怎么样？需不需要应该有一个正常的 process， 有一个流程啊，来告诉这些股民啊，不然买了以后，突然不见了，他以为他手上所投资的股票化为乌有，在上面找不到这只股票啊。还有包括生技股也一样，好的时候公司到底有没有赚钱呢？也通通不知道，都是亏钱的、啊。股票可以到500块到600块啊。那最后一只白老鼠接到了以后下来，他就活该，他就倒霉啊！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机制上，应该要做加强怎么样的一个宣导，或者是严格的机制？哦，我们看到媒体上啊，看到大老板大喇喇的去日本去拜访，那这个有没有影响到股价？我们也不知道啊。那这个资讯不对等啊！所有的蔡兰族的妈妈们啊，托别龙，我们怎样讲？到底鸿海是被他相病？病了有什么综合效益？通通不知道啊！结果股价的上上下下，甚至下来的时候啊，想说这个在市场上已经消失了。那蔡兰竹的妈妈第一天赶快哦，进了哦，脚底抹油，赶快跑啊！啊，亏了一点，至少还保个本，对不对？但是这个都存在着很多的资讯不对等了，是不是可以请诸位说明一下？好，大概国内的情况是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加强这样的管理机制？其实这个用意是好的，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说他那个如果有重大的影响财报的资讯的时候，可以由公司主动提出这样的一个 option， 这个是规定上是可以。那而且这个其实如果股价波动很大的话，也是对消费者的一个投资人的一个相关保护。那我们是有严谨的机制，说什么样的资讯、什么样的状况底下，公司才能行使这样的一个选择哈。我们是不是请那个齐局？还有多少公司曾经行使过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吴局长？其实包委员这个用意主要就是要解决资讯不对称的问题。好，那今天报章媒体都用停牌这两个字，我觉得它是不适当的。它今天只是暂停交易一天，好，它申请暂停啊，就是因为它上午要开一个董事会。那董事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希望资讯还没有通过之前，大家就猜测这个，让造成股价一个重大的一个波动。好，这样反而会伤害到投资人权益，所以他下午在交易时间以后，他就会把董事会的一个情形对外做一个完整的揭露。那这时候大家接到完整讯息以后，明天开盘以后就可以用一个你合理的价格再去买卖。我想这个主要就是解决资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鸿海跟 Sharp 两个合并，现在是他去鸿海去并他嘛，对不对哈？那大家发现日本的商品呢，现在是光环褪色。所以跟预期好像差了1000多亿的日元，好像了哈。如果很低的价格来买的话，那对鸿海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啊，是不是？可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啊，我们看到媒体啊、电视报道，好像去日本去了大概 N 次了吧，前后去进去。那如果有投资鸿海的这些股民，那么心里不是上上下下，心上上下下。我想请教一下。就他对于这样的一个并购或者合作案，需不需要事先跟
政企局这边先报备，或者是重大的这个事件的话，需不需要先说明？目前并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先跟局里来做说明，因为来跟我们说明来讲，也是反而让消息更容易从各种管道流出去了，所以我们原则上来讲，重讯的时候你就直接对外发布。那国内现在情况有没有面对这样重大讯息的时候给予停牌？香港的例子是怎么样？我觉得香港好像它停牌，几率很大，常常听到说停止啊、哦，也许缄默期啊，什么期、啊，可能就迅速就停止。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大概情况？他们也是说，针对在如果说一些消息会在营业时间内在市场流通的话，那他就要也是要求公司来申请暂停交易。那这个期间都很短的，一天两天了不起了。哦，那只要讯息确定以后，对外揭露以后，他马上就恢复交易了。所以不是停牌，我再强调一点，不是停牌，就是只是停牌这两个字是错误的。那正确的用语是什么？就是申请暂停交易。暂停交易，好，那个跟那个，所以我看那个记者很多都写停牌哈，这叫做什么？暂停交易。好，现在说这个导正视听了、啊，好，不要这不，大家觉得停牌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请教你，在这几年呢、啊，有没有暂停交易的多不多？因为、这个、那他的主动权是公司自己来申请，还是证券交易所这边给予这个暂停交易？原则上是公司申请哦，但是如果说市场上已经流传了一些重大讯息的时候，交易所就也会请公司来主动说明。那公司如果不说明的话，这时候交易所有权让他暂停交易，也是很短的时间，大概一天这样子。那让公司有时间去把他这些重讯对外说明清楚。那请问交易所这几年有没有对公司直接由你们主动这个来出击，然后要求公司暂停交易的？目前没有，都是请他只是做重讯的发布，还没有用到暂停交易。那你觉得最近沸沸扬扬的这些生技公司啊，有的感觉资讯真的很不对等啊，知道的人卖到最高点，不知道的白老鼠买到最高点。厉害的人跑到最高点，然后最低点买进，这个实在太大太大的这个的不确定，还有不透明性哦，造成难怪股市低迷啊，很多人就不想来买股票啊，不想投资啊。很多年轻人他跟你回答说啊，股市就像台湾的股市就像赌场一样啊，进去啊是个杀人的机器，进去时常血本无归。进去莫名其妙上冲下洗，习惯了就是好到财团，好到这个有比较内线的。面对这样的情况，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或者是说有没有针对最近的这个生技公司予以怎么样的导正视听？我想不止生技公司了，任何公司都会有一些重大的讯息，就会影响到股价哦。那除了投资人自己本身要针对，因为也是一个投资行为嘛，要做一些基本面等等的一些功课以外，那事实上来讲，我们针对市场上如果有炒作、有利用内线交易在从事一些不法行为的话，都有一套监视制度在监看。那如果发现问题，就会依法处理。好，我们这样呢，健全的股市正常运作发展哈，才会让我们台湾的股市啊蓬勃不断的这个繁衍哈，不断的这个扩大它的规模。另外想请教，今天交易法14条之7的部分啊，就是所谓的董事啊哈，劳工董事。我想请教主委哈，在世界上啊，因为这个有点在经济学上理论上是相反的啦，啊，你如果站在一个自由经济体来讲的话啊，那你有投资有出钱的，就是有股份嘛，有股份就是可以行使公司的权利啦啊。那当然，现在因为在讨论啊，大家讨论到一些劳工的参与啊，这个方面，请问在全世界邻近的这个国家啊，有没有这样一个劳工董事的设置？多不多？除了德国之外，还有哪里？只有欧洲的几个国家有设置，五个。是为什么会那么低啊？14个国家。啊，亚洲地区呢？比如说为什么香港啊、新加坡啊，他们都没有？因为其实在法治的规范上是不同的了。那像英美他们其实都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强化这个公司对股东权益的照顾。那个在欧洲的部分，他们的法治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你过去也是知名教授啊，
我想请教一下，你站在学术的这个思考方面哦，赞不赞成说哦，这个有劳工董事啊，好强制都进来这个上市上柜公司，如果踏出去第一步，一个是一席的劳工董事啊，啊、哦，那以后有没有可能三席、五席？那干脆以后国家来派七席的话，不是可以更确保他的安全吗？究竟几席董事是正当的啊？这样派符不符合你在这个教育界哈、啊，在这个教授界你的这个理想啊？它的道理究竟是在哪里？我是赞成我们对劳工的议题应该要更加的关注，包括那个薪水过低的问题，还有员工福利的问题。可是目前的相关的法规里面，就是说透过独立董事，透过其他的现在法规下面的一个规范呢，如果这个部分是可以强化的话，那我们可以尽量来强化。那假设是要透过劳工董事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需要有其他的相关的演绎配套，或者是更大的宣导跟共识了。这我想这一点呢、哦，我觉得劳工董事利益良善的、啊、哈，出去做一个一些监督啊，食品卫生方面呢、啊，他可以这个哦当成是这个窝里反的这个条款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啊，可以帮忙监督啊。可是啊，这个是往好的想啊，可是怎么样来监督劳工董事呢？劳工董事如果是进去都是扯烂屋，进去都是唱衰，进去都是来抵制这个资方的。那谁来检视这些所谓的这个独立劳工董事？公司要往前冲的时候，劳工董事说：“啊、哦，该丢掉呀，不让他走啊！啊、哦，我们去这个乡有小确幸就好了啊。”公司要往前冲，要做资本支出的时候，劳工董事说：“不要啊，我们先拿回来那个年终奖金，大家先分一分啊，分饱了以后再说啊，这样就会有一个矛盾啊。”公司要往前跑，还是要先照顾员工？照顾员工，这个也是应该的啊。可是这个天平的中央是谁来决定怎么样来称啊？所以有时候走错边的时候，都影响公司的发展。所以难怪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不得不慎啊，这个、要去想啊。支持劳工董事，我基本上是赞成的，但是要怎么样一个好的制度，好、哦、标准，大概有一个这个心理的。衡量在那个地方，好，而不是就乱配套一通。如果这样子啊、哦，不断的扩大的结果，可能会造成很多啊，就是啊，劣币驱逐良币。好的公司啊，我看很多那个没有上市贵公司啊，啊、哦，我才不要上市啊，上市要干什么？对不对？拿钱啊，请人家做董事，好的董事还可以帮忙，不好的董事哦。啊、不断的拉拉扯扯、哦、造成公司的萎缩，没有办法成长啊、哦，这个不得不慎。谢谢。哎，有关劳工董事这一部分、哦、我们的法条，我们现在要来进行法。哦，对不起啊、哦，我直接跳到哪去了？我先看一下啊、哦，我们今天已经全部今日登记的发言委员均已答询完毕啊、哦，我们先做以下决定。一，报告及答询完毕。那有关委员陈奈素美所提的书面质询，还有我们的委员江永昌，他有另提书面的补充资料啊，我们全部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经管会以书面来答复啊。那委员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请经管会在一周内以书面答复。那我们有委员在质询中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请在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好，那现在我们有关这个劳工董事的这个条文，我们先要进行法案逐条审查。我们首先请议事人员依序逐条宣读《证券交易法》增订第14条之7条文的草案内容。宣读《证券交易法》委员黄昭顺等21人提案第14条之7，以依本法发行股票之公司，基于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员工为公司资产之理念。得依章程规定设置员工董事，但主管机关应视公司规模、股东结构、业务性质及其他必要情况，要求设置员工董事人数至少1人，
全校员工董事之推派，有成立工会者由工会推派，无工会者由全体员工选举之。委员刘建国等十七人提案第十四条之七，以依本法发行股票之公司，基于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员工为公司资产理念，得依章程规定设置员工董事，但主管机关应视公司规模、股东结构、业务性质及其他必要情况，要求其设置员工董事人数至少一人。有成立工会者由工会推派，无工会者由全体员工选举之。宣读完毕。好，向委员会报告哈，因为这个条文意见很多哈，学者有不一样意见，还有很多工会啊，包括台湾工会大联盟啊，他们也很有很多意见，所以我们修法的提案刚刚已经宣读完毕。不过本次修法尚需凝聚共识，所以我们暂时不逐条审查，然后来做以下的决议。啊，请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做以下的决议啊，来。那我们审查本院委员黄昭顺等二十一人，委员刘建国等十七人，分别拟具《证券交易法》增订第十四条之七条文草案。这个案子我们尚未审查完毕，宁择其继续审查。请问我们在场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哎，请。嗯。对于最后哈，就是说今天不进入逐条这件事情啊，我可以同意，但是我希望拜托招委哈，就是针对这个条文，我们接下来委员会的立法计划是什么哈？是不是可以请招委稍微做一下裁示或者是安排？因为我很担心哈，就是说，因为金管会问了资方以后，那资方反对，那我们这个委员会就这个条文的审查。如果没有一个确切的时程的话，会感觉对于劳方来讲啊，会担心说这个条文是不是被戳掉啊，冰起来遥遥无期。那因此看是，如果招委觉得必要，要再开公听会，我们把劳方的代表、学者、专家都请来，那也请金管会提出更进一步具体的报告。我所谓具体的报告，就是那报告上面不是只有形容词啊，说要配套啊，然后可能会有问题啊，那具体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相关的配套要做哪些，很具体的我们在公听会上面或者是借由委员会的审查聚焦的来谈清楚。那否则的话，我们今天一整个早上哦，我们对这么重要有关于产业民主劳工权益保障的条文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很多委员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啊，如果没有具体的审查的规划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个条文虽然届期不连续啦，但是去年很多跨党派的立法委员也针对这件事情有召开过一次公听会嘛。那我看到很多委员的提案，不是只有今天这两个提案啦，上一届的提案包括各个党派的委员都有提出相类似的条文。那可以呈现的出来就是说齁，这个社会上特别是劳工团体对这个条文的期待是很深。所以我可以赞成今天不要进行逐条审查，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拜托招委或者是主席哦，能够有一个裁示说，我们是不是什么时候办公听会，或者是什么时候再继续审查，像上次我们在处理那个保险法的条文一样。谢谢。啊，向委员会报告，其实今天台湾工会大联盟啊，那他们在之前的表达了很多的意见，也对我们排这个法案呢表示感谢啊，他们也相当肯定，不过他们也提出说，应该找个时间再来办个公听会。哦，他们自己也认为说应该要办一个公听会，然后我们再来继续来凝聚共识。所以连劳工如果都有这个意见的话，我们当然就尊重。哦，那当然我们也要尊重主管机关哈，金管会的一些看法。所以我们会择期找个时间来办公听会。好，哦，那黄委员这样应该满意了哈，哦，那我们当然明天就是我们保险法嘛，哈，先公听会。那在这里跟大家做报告，哈。好，再来，假如这样，各位还有没有其他异议？没有哈，无异议，我们按照上面的啊决议通过，哈。好，那我们本次会议议程均已进行完毕，我们散会。
好，好，谢谢。就拜托呗，还有另外。有定的。你那旁边，那个主任，你来跟伊讲，伊那话老要坐，伊那话要坐，